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及各位女士，大家早安。今天上午我们要举行考试院副院长及两位考试委员被提名人同意权的公听会，这是根据本院本会期第四次院会决定办理的。依照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及宪法增修条文规定，考试院是掌理考权政策及相关人事法制事项，考试委员独立行使职权，考试院院长、副院长及考试委员均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这是宪法要求本院对国家最高考试机关重要成员的任命，代表人民行使同意权。本院自民国92年起开始对行使人事同意权举行公听会，希望以严谨的态度多听听社会各界的意见。这次特别经由各党团推荐，邀请在座各位学者专家出席，相信以各位丰富的法政素养，一定能为本院委员提供宝贵的意见。在此感谢各位不辞辛劳所做的准备跟发言。针对今天公听会进行的程序，先做以下的宣告：一、发言的时程，每位学者专家发表意见时间为10分钟，审查小组委员每位询问时间同为10分钟。本院委员发言完毕后，再由学者专家综合答复20分钟。二、发言顺序，我们先由学者专家发言，次由审查小组委员发言，最后由学者专家综合答复。相关发言顺序请参阅陈列于各位桌上的名单。各党团所举荐的学者专家审查小组委员如在场，得由各党团互相调换次序。另外，在发言结束前1分钟，我们会按一次短铃，发言时间届时时再按一次长铃。现在开始进行发言，首先请黄国昌教授发言。黄教授请。主席、各位委员、在座各位的学者专家，大家早安。针对今天立法院行使考试委员同意权这样一个公听程序，我在会前的时候有提供一份书面资料供各位参考。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大概就我书面发言稿上面啊的主旨做下面啊简要啊的报告。那第一件事情啊，或许啊跟今天举办这个公听会的目的并不是直接相关，但是啊，我还是希望利用这个时间啊提出来，也就是立法院啊行使同意权的程序跟它的规范，需要经过啊重新彻底的检讨。那为什么我会提出啊这样的主张呢？个人在2010年10月4号的时候，也曾经出席过啊大院全院委员会啊，针对司法院正副院长暨大法官的同意权审查公听会的时候，在那次公听会的时候啊，我就曾经啊提出来，立法院就有关于宪政机关成员在进行同意权审查的时候，以这种公听会的形式啊来加以啊举办，事实上啊，它的审查的密度、跟审查的品质还有效能，恐怕没有办法符合当代法治国家的要求。那因此在2010年10月4号的时候啊，我事实上曾经啊也在同一个场所、同一个地方发表过一样啊的意见，希望啊立法院可以啊就有关于宪政机关成员人事同意权啊的行使审查的密度啊必须要大幅的提升，审查的程序啊也必须啊更严谨化。那当然不管从第10届还是第11届考试委员、监察委员甚至是大法官啊的审查，我们一次啊又一次啊的看到
可能在整个审查的程序上，甚至到立法院整个正式质询的程序上面，党同伐异的情况啊，非常啊的严重。但是如果啊进一步啊细致的看，整个审查过程当中啊所提出来啊的问题，绝大部分啊都充斥在有关于政治立场啊、政治思考，以及啊有关于时事上面啊的问答上面。那这样子的一个啊程序，如果啊各位跟美国的国会，他在啊行使有关于啊要求啊参议院行使人事同意权所正式建构起来的听证程序啊相比，是远远的不及格。那各位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只要啊上美国国会频道 C-SPAN 啊的电视，看一下他们的国会听证程序针对人事同意权是怎么样来加以啊进行的，跟我国进行的方式啊加以比较，就可以啊知道了。那因此我要提出的第一点建议啊，是在法制面上面，请啊大会慎重的考虑啊修改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正式建立国会听证程序，重新树立啊国会职权行使它应该有的庄严、慎重、品质啊跟效能。那我第二点啊书面意见啊的要旨，主要是要呼吁啊大院就有关于考试院组织啊的规范，必须要重新彻底的再反省啊跟再检讨。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宪法第84条啊只有明定考试院设院长及副院长啊各一人，就考试委员的名额跟其他的宪政机关成员，例如立法委员、大法官、监察委员的名额，是有在宪法增修条文当中予以明定，大不相同。我们目前有关于考试委员的名额是由国会立法补充，规定在考试院组织法第3条，考试院考试委员之名额定为19人。那问题是考试院考试委员19人的设计，为什么设计成是19人呢？各位如果从整个立法严格的历史上面啊，可以清楚的发现，我们在1947年修正考试院组织法，从本来的11个人扩增为今天的19人后，就有关于考试委员的人数就没有再经过任何的检讨修正。那问题是为什么要有19个考试委员呢？到目前为止啊，本人遍翻典籍啊，都没有办法寻得具有说服力啊的立法理由。那一个从历史性考察的观点啊，是前考选部以及全序部的次长徐有守先生，他曾经在一个座谈会当中啊所提出来的。行宪以后我国才有考试委员，行宪以前是没有考试委员的。来到台湾之后，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不成文法，华北、华中、华南若干省，一个省一个考试委员，然后西北、东北、西南地区各加起来一个考试委员，这是一个大国必须要有的情形。这就好比美国，美国是一个联邦国家，美国也有名额分配，美国中央的公务机关任用一定要配合啊，云云。但是啊，各位如果看历史上面，虽然可以诠释我们过去为什么要就考试委员的名额做这样子的安排，但是历史却没有办法证立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如此。从我国整个政府当代的组织跟现代的功能，一个我们必须要继续追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设置19名考试委员的必要性何在。事实上个人的浅见是，无论是由最适功能组织，或者是从资源效率配置的观点，19名考试委员的设置根本就是超越组织任务需求的过度资源浪费。在各个国家的立法例当中，即使在服务员人口已经远远倍数于我国的当代法治国家当中，你也很难发现类似于我国的例子，为独立的考选全序文官的目的设置19个具宪政地位的特任官啊的例子。那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啊，姑且不论啊刚刚讲过我国国会在考试委员同意权行使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令人遗憾的党同伐异的现象，但是问题是啊，我国考试委员的名位在一般社会的舆论当中啊，经常被讥为因政治酬庸而却贫中选、过气的御用打手、摩西黑马后的养老院，使得宪法希望赋予考试委员的庄严形象跟崇高地位只存在于教科书。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是不是啊还存在恐怕大有检讨啊的余地。那因此个人的第二点建议是啊，大院慎重考虑修正过时而不符于21世纪时代需求的考试院组织法，重新检讨合理的考试委员人数。
那第三个面向啊，是就考试委员同意权审查的时候面向以及啊他的啊具体问题。第一个前提啊的论点是，我国的考试院采取的是合议制，针对这个宪政机关受宪法所附托的具体权利行使，所有的考试委员都有实质相同的参与决定权利，因此大院就所有的被提名人都应该采取实质相同的审查基准。第二个，就具体的审查基准而言，除了考试院组织法第四条所设的刑事资格要件外，一就下面三个面向具体的考虑它的实质资格要件。第一个面向是超越党派啊的独立性，那这个已经规范了、在我国宪法第88条当中。虽然我国的宪政学者对于考试委员跟大法官在性质上面是不是要有相同的超越党派性啊的要求有不一样的见解，那不过宪法第88条既然这样子明文的规定啊，恐怕大院啊在进行审查的时候还是必须要予以尊重。那第二个是品德操守啊跟伦理分际，我国人民长久以来对于考试的公平性以及文官禁用与升迁的公正性一直都抱持高标准的要求，也正是因为啊这个样子，对于之前所发生过的一些啊不幸的例子，譬如说考试委员啊疑似曾经出版考试用的教科书这样子啊的事件，就引发舆论啊非常大的关切。因此掌握非常多考权大权的考试委员对于品德操守的要求应该远远高于啊一般的文官之上。那至于对被提名人品德操守的检验，必须要在过去各项行为事实表现啊当作基础，更应该重在他既往工作职位上是不是谨守相关的伦理分际啊以及守则。那第三个是有关于啊专业能力跟促进我国文官体系啊改革的意见。考试委员对于文官的选拔任用权序乃至整个文官体系必须要具备相当的专业能力，这本不待言。更重要的事情是说，在审查过程当中，除了践行形式的书面审查之外，更应该将重心置于被提名人对于我国文官体系各项问题的掌握，以及我国文官体系未来应有的改革两大主轴，他具有什么样的实际理解能力，具有什么样具体的见解主张。审查的标准不应该因循陋习低落至是否任何与考试权行使有关的学位训练或经验，而应该提升到它是不是有为我国擘画符合21世纪时代需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文官考选升迁制度的能力以及视野。因此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我要呼吁的事情，与其将原本就十分不充足的审查时间浪费在政治思想与实施问题上，不如将这些时间放于更具现实性的问题之上。时间到了，谢谢。好，谢谢黄教授，继续请黄东雄教授发言。谢谢。对不起，主席、各位委员以及各位先进，大家好。我就以下就针对具体问题、个别问题来谈。不过我是对事不对人，所以以下我讲的地方如果有不得体的话，也请多多包涵。首先，我看那个吴景林先生的那个简历，他的简历非常清楚，尤其参照他的自传的话，更晓得他一步一脚印，真是脚踏实地走过来的人。所以对这吴景林先生本人，我是非常敬佩。不像其他的那个教授都是那个浮华不实的。不过呢，所以我一下讲的并不是对吴景林先生的一种那个。不过我看到他的经历，以前当过考试院副院长，后来又去当那个总统府的秘书长。他去当总统府秘书长期间，考试院的副院长衔接的都没有了。那他秘书长当完，总统府秘书长当完，又回来当了考试院副院长。那这样好像国家中央机关好像为了个人而设的样子，对不对？好像都考试院是为了个人而设这个考试院。同时由这里我们更一个疑问，那提名总统提名三个是根据什么标准来提名的，经过什么那个程序来提名的，我们都完全不晓得，完全不透明。所以关于这个提名的那个标准跟那个程序，我抱很大的这并不是对吴景林先生所说的，是对这个制度我抱很大的怀疑。那个至于那个
其他的那个教授，刚才是吴先生没有什么那显要的学历，但是他一步一脚印，很踏实。那其他的两位教授，例如那个赵丽云那个女士，看到学历是美国科伦比亚大学教育博士，美国有关教育的博士跟法律的博士有两种，那个也就是法律跟教育博士，有一种是职业的博士，有一种是学士性的博士。那个法律的职业性的博士叫 JD， 那个不是学士性的。那学士性的博士是像马总统所拿的那个 SJD， 那个才是学士性的博士。那个教育的博士呢，他职业性的博士，叫教育博士 ，EDD 哦，教育博士，那个是暑假中学、小学老师暑假进修拿的那个哦，那个也不要写论文。真正的学士性的教育博士叫做 PhD， 叫 PhD。为什么叫 PhD 呢？因为拿这个博士一定要做学术研究的，不像那个什么当了24年副教授从来没有升顶，这该淘汰的。教学老师都要淘汰掉，还来当考试员，对不对？当他24年的副教授没有升顶，简直是没有在做研究的。所以给他PhD是要他叫他一心要做研究，这研究结果呢，他也不会赚钱，他也不会贪污，所以这个一辈子就什么，叫 poor and hungry， 对不对 ？PhD 叫 poor and hungry doctor， 哦，他们一辈子要过着那种生活的，不像我们台湾这个。只要博士就好了，对不对？也没有考虑到，只要博士不做研究也可以，照样他能够那个跟当前派能够那个周旋的话，他照样那个当官。不过说到这里，我当过教授，我教授当到我从副教授一直跑，我也是一脚步。我说刚才说都吴景林先生很佩服，我也是跟他一样一脚步，我没有什么人事背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教授对吧？我为什么要当教授？我在日本的时候看到日本的教授地位很高，所以我想台湾回来也来当教授。日本的教授地位都高到什么程度呢？那个金田茂，我现在有带他的书来。金田茂他这个写了一本书，他那个决定日本100年的那个历史。他那边写，他当首相的时候要组国的时候，去找过东京大学农业经济的教授跟那个政治学的教授日国，他们两个都拒绝，都不日国。那个尤其是那个农业经济学的那个博士，那个教授基德茂，不是三顾茅庐，四处五处就邀请他，他不做就不做，就不当就不当。应该教授要有这种气魄才行的，对吧？我要把学术研究作为一辈子的事业才行的，不要那个总统丢个骨头给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尾巴摇摇去摇他，那个真是不像一个教授了，对不对？那个还有希腊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学姐非常有名的学姐，那个希腊的那个Alexander Rhodes 那个大帝统一希腊的时候，想要请他当那个宰相，派他秘书长去邀请他来当宰相，他不来。那这个 Alexander Rhodes 大概认为是我要请我的秘书长去恐怕不礼貌了，我应该自己去。他自己去邀请他，他住在什么地方呢？他是一个土馆里面，没有房子，在土馆里面邀请他来当宰相，他不做。那他说那我不强求你了，不过他看到那个他没有一个家，他住在土馆里面，他想要盖房子给他。他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我会帮你做。那个学姐说真的吗？他说真的。好吧，他说我现在在晒太阳，你站在那个地方挡住我的阳光，请走开一点。教授要那个学者要这种气派才行的，我们的台湾的教授没有这个气派。还要考试员要培养国家公务员，对不对？本性要有这种气度才行的，自己没有这种气度，当一个教授也不好好做研究，当了20年的副教授，现在台湾的大学一大堆，当了20年的副教授，
现在是助理教授，已经拿了博士以后就副教授干起。现在助理教授当了20几年的副教授，从来没有先点，那个该淘汰才对，教授就要开淘汰的，还所以这个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还有那个黄，这几个人我都不认识。还有一个黄什么那个，黄锦堂哦，对了，那个赵丽云女士，她一大堆论文，我听说是这个论文都是一两页的论文哦，这个算是不算是论文都有用的。还有那个黄锦堂先生，他是台大政治系的教授，应该地位很崇高才对啊。台大的话，那等于台湾日本的东京大学了，对不对？东京大学教授叫他去当国务院，他都不去了，对不对？台大政治系的教授叫他是副机长，什么什么，是副厅长，什么什么副政务处长，什么什么政务所都去当。那个副所长没有用的，你学姐有抱负的呀，你要私信的抱负，要所长才有办法私信抱负啊，对不对？那你当副所长干什么，对不对？那这个也要去。所以这个一个教授没有一个气度，当考试员要培养一个公务员，有气度的公务员。我以前当中心大学校长的时候，每个校长都有他的那个抱负。我认为是我当校长一定要培养是中心大学毕业的学子，气度很大，可以把这个整个宇宙吞下肚子里面去，要培养这个人才才行的哦，使那个中心大学毕业人将来在社会过角落能够当一个领导人物，这个才是我的抱负，大学这样抱负。但是你当考试员培养个公务员出来，要考选替国家选拔这个公务员，就你本身要有一个气度才行的，本身没有气度，要当官一天到晚想要当官，不好好做教授，这个是我感觉我当教授当了那么久，我就看到这些教授感到真的会眼泪会掉下来。不过话要说回来，刚才这位比我早发言的那个大家说过了，我们台湾不管是大法官也好，考试委员也好，都是政治性的作用了，并不是真的要那个选拔为国家选拔这个人才的地方。所以这样来看的话，这三位虽然是我说的一文不值，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像这种考试员，像这种大法官比比皆是，也不能太苛责他们哦。那个，不过那个，各位委员要行使同意权的时候，也要多考虑，希望能够多选拔一个能够，气度很大，能够把整个地球，不要说宇宙了，能够地球吞进肚子里面。进去这种人来当考试员，才有办法培养出一个能够把整个地球吞进肚子里面去的公务员出来才行。我们台湾所缺少的就是这些人才，这种的非常宽宏大量的这个人才很少。我以前在当那个教授，常常跟学生这样讲，那我跟他们讲，有的学生在笑。我虽然没有那个气度，没有办法把整个宇宙吞进肚子里面，但是我有办法培养那种人才出来，对不对？那个，我们台湾呢有一句话说，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虽然那个老师不是状元，他会教出一个状元的学生出来，所以我当然也可以培养出一个气量宏大的一个人才出来。我们是考试员，正是他既然要选拔公务员的话，那么他气量也应该作为全国公务员的表率才对。所以希望那个各位立法委员将来行使同意权的时候多考虑这一点。谢谢各位。谢谢黄教授，继续请本院前委员黄世卓教授发言。谢谢。谢谢啊，谢谢主席啊，各位我在学术界的前辈以及各位委员、各位同仁。我想今天来到这边呢、我除了说刚才主席特别讲说我是前任委员，我觉得特别也要对自己的我们立法院这边的程序做一个反省啊。就是长期以来啊，我觉得我们立法院在审查所有的法案，甚至今天在做这个公听会啊的过程，确实是受到大家很大的质疑。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个审查的密度跟专业性的问题，一直受到大家的疑问。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公听会，甚至到了礼拜三、礼拜四的审查会，到底能不能将我们总统所提名的人选做一个非常深度的、密集、密度高的一个审查？这个我觉得用
这样的一个公听会的形式，甚至审查的一个形式，确实啊，没有办法在长期以来哈，变成最后都还是政党的对决啦。也就是说，政党在个人的立场，各政党的立场上，最后的以他的政党的立场来投票，而不是专业度来投票。我觉得这是应该立法院要长期的问题，要好好的解决。那至于我们今天审查这个副院长以及考试委员的这个部分呢，我个人认为啊，我们从来看哈，其实一个考试委员，一个考试院副院长，他所拥有的福利待遇，说真的是非常高，跟部长一样。考委月薪18万，副院长20万，有独立的办公室，内部有独立的卫浴设备，有专属的司机，有专属的车辆，甚至还有专属的休息室，这样子的一个耳奉耳禄、民脂民膏啊。但是我们的考试委员到底能不能将他的功能发挥出来，还是说会像过去一样考试权不彰啊？考试功能不彰，考试权低落，让我们的人民受到很大的苦难。尤其你看最近很多官僚受到我们人民的质疑，像这次中油台电涨价，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身负公务人员身份的我们国营企业机构的这些员工不能体谅到人民的需求，但是他所领的月薪，甚至他所领的福利待遇跟奖金却是那么的高。一再再的我们看到很多官僚的无能，甚至官僚的本身的问题让人民所诟病。这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未来做一个考试委员副院长领那么多薪水啊，到底能为人民做什么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考试委员跟副院长的一个最重要基本的一个角色，其实依照宪法及现行的法律来看，不外乎以下四点。第一个，要超出党派独立行使职权；第二个，要作为全国公务人员的表率；第三个，要能推动官僚及行政革新；第四个，要能够建立新时代的文官体制。所以从这四个角色来看，其实作为一个考委跟这个所谓的副院长，应该有以下几个议题，他应该我们觉得大院啊，应该要好好的委员要好好的深入的检讨。其实刚才几位教授也都提到，第一个，他是不是有足够的专业来推动文官以及行政革新，还有建立新时代的文官体制。第二个，提名人会不会因为政党或是执政者的干涉而无法独立行使职权？第三个，提名人在公司领域上面的行为是否足为公务人员的表率？我想这三个议题会是最基本的议题，也要请各位委员啊，要真的深入审查。这个我想我们以学者的身份啊，是在这边提一个审查的一个方向跟一个基准。那我个人认为，除了这基本的原则以外，其实有很多地方我们要好好来思考。其实我们来想想看，有几个议题需要讨论的。第一个，行政中立的议题。过去行政不中立的问题一再的受到民众的质疑，尤其在选举期间，行政机关是不是滥用资源来这个助选，还有在整个行政的过程，是不是政官还有政党会滥权施压？事实上，大院以及考试院、行政院所提出来已经有建立的公务人行政中立法，虽然有这个法，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个法并没有落实，有法律没有落实，这个是行政中立现在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来看一看我们现在行政中立法上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存在。如果我们翻开行政中立法第16条，行政中立法讲说，公务人员违反行政中立法，应该按情节轻重，依公务人惩戒法或公务人考绩法或其他法规予以惩戒或惩处。大家想想看，惩戒是司法程序，旷日费时；惩处回到了考绩法，回到考绩法就是回到了公务人员的内部的黑箱作业。谁，哪个人民，还有大院的所有委员，谁有办法了解整个考绩打考绩的过程，甚至在记过处分的过程，有谁能够了解的？所以往往就是内部在整个行政的过程就草草的处理掉了很多的行政不中立的问题，所以这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啊。考绩如果所有的问题都回到了考绩法，尤其依照现行的考绩法，一定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如果要
打破行政中，能够落实行政中立，一定要让未来行政中立审理的机关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机关，不应该再回到各单位的考绩委员会，而且这个独立机关应该在人民投诉之后，应该立即公开的审理，不能黑箱的作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政务人员法在长期一直没有订定，就是政务官他如果滥权施压，或是他有任何的不法的行为，违反伦理的行为，是不是应该要马上退场？我们在到目前法制都还缺乏。事实上，我觉得大院应该在这方面请教被提名人他对这些议题的一个立场，而且大院更应该请教之后，应该来积极配合行政院、考试院共同来修法，这才是我们国家的福气。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官官相护的问题，太多的官官相护了。我们看到这次房检局长许天来隐匿的疫情，但是仅仅两小过，虽然说大家对隐匿的定义各有不同，但是我们会发现人民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看到行政机关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所以没有办法解决人民问题，这完全在官官相护。事实上这又回到了考绩法，也就是这两个小过做成是在行政机关的考绩委员会里面所做的。我们来看到考绩法，我们的第15条的考绩法，公务人考绩法第15条，各机关应设考绩委员会，其组织规程由考试院定之。事实上考试院是有定所谓的考绩委员会的组织规程，也就是在考绩委员会组织规程第2条里面又明定了相关的所谓的组成的人员。但是呢，我们看到这相关的组成人员都是公务人员内部的公务人员，除了首长以外，就是他票选的委员以及首长指定的委员，在近年还稍微修订了一下，就是把所谓的公务人员协会的代表也放进去。但是大家想想看，这种所谓的内部的反省机制，因为他的代表成员都是公务人员内部的成员，其实这样的代表成员能够做深刻对公务人员的反省吗？难怪过去的所有的现象都让人民质疑，这叫做官官相护，根本没办法解决问题。所以我在这边具体的建议，如果要审查，要请这些考试委员，是不是来建议未来这些考绩委员会组成应该要一半由人民来组成，不应该在内部机关自己黑箱作业，全部把它包在一起，包在里面，然后呢，整个最后造成一个现象，公务员在黑箱作业里面官官相护，造成我们行政机关没有办法改革，公务人的这个考绩没有办法落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考试委员应该要来具体的提案，类似像我们的现在的考试院院长关中所提的3%的丙等3%，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落实呢？考试院为什么空有改革的口号，但是却没有落实改革？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我们被提名人要好好去反省的地方。当然还有许多我们应该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依法行政的困境，为什么王家都更案、大埔农地案，我们公务人员说依法行政，但事实上依法行政有没有问题？有。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考试院未来应该要改善类似依法行政的困境？否则的话，公务人员一方面要依法行政，但是又不能维护公平正义，这是我们的官僚最大的问题啊。那怎么样维护公平正义？其实在保障法里面，我们如果翻开保障法第17条，其实该法有订定说，如果长官的命令违法，事实上我们公务人员是有附报告的义务的。但这条法令我觉得不足，我觉得考试院应该来修法。怎么样修呢？应该要赋予公务人员对于长官所发出的命令有违公平正义原则的时候，得对长官提出异议，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公务员提出勇气向长官提出不同的意见。虽然最后可能长官不听，但是至少他能够在维护公平正义的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这是我们应该在保障法上面明定给公务人员的权利，应该考试院应该来推动。另外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政府资讯公开的问题，我们太多的黑箱作业都是在政府的内部，但是从来没有好好的去做。可是如果翻开政府资讯公开法，这个黑箱作业是大院给他们的，为什么呢？政府资讯公开法里面，并在第7条里面，政府应公开的资讯已经排除了，基本上排除了所谓的内部的行政程序的签文。我们看到政府资讯公开法如列的10条相关应该公开的资讯，
就是缺乏了行政机关内部程序的签文，而这个签文是未来我们来监督这个官僚这个政府最重要的内涵。这个签文应该在考试院跟行政院跟立法院要配合，未来修改行政资讯公开法、政府资讯公开法，把行政机关内部的签文整个签的过程通通要摊开阳光下，甚至上网公告，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让人民让大院来监督，这才是最好的方法。例如还有其他几个比较重要行政效率的问题，我个人建议应该要订立公司人才交流制度，这个问题讲很久但是一直没有做出来，不要让行政机关内部永远只是单一化的考试禁用人才，应该让公司人才可以交流，这样才能够改善官僚内部的文化。另外呢，订淘汰不适任公务人员的比例，这是必须要做的，否则到现在为止公务人员都是一个铁饭碗，你永远没办法淘汰他，你永远靠考绩法内部的黑箱作业，从来没有一个真正连续考绩平等的丁等的公务人员被淘汰。那我们来看现在所谓的中油台电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要我们的被审查人应该要全面的提出，我们让我们的这些国营事业全部来民营化，民营化之后用绩效考量，自然而然公务人员他在绩效他不再是公务人员，他是一般的所谓的企业的时候，他自然就要考量他政府的绩效，他所谓的他的自己的企业的一个绩效，不会在现在像现在一样把所谓的他自己的个人的福利转嫁成为人民的成本、税收的成本，这是一个未来改革的一个方向。当然，最后我想在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贪污舞弊的问题啊。我在这是具体建议，未来针对贪污舞弊，我们应该设置一个检举人的制度。如果类似的贪污舞弊的问题经过人民检举而被法院判刑，确实有贪污舞弊行为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人民奖金啊。也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个才是让人民来监督官僚，这才是我们考试院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方向，让人民的力量来进来。所有的结语就是人民的力量才是促使官僚进步的最佳的药方了，人民的参与才是推动行政革新的最大动力。我们过去的官僚都是封闭在官僚系统里面，用所谓的治权跟政权的分隔来欺骗，黑箱作业，不透明，没有回应性。未来我觉得在整个官僚体制的改革，唯有就是让直接的民意进入到官僚里面，包括考绩委员会让人民参与，包括行政程序所有的签核过程让公开，让人民可以来来阅读，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那让所有的监督让人民直接来监督，而不是单纯只是代议式的监督，这样的话我们的官僚的改革才有希望。这基本上我个人认为下一届我们的考试委员、我们的副院长在提名的过程，我们立委们、立委诸公们应该好好的问他们的态度，是不是愿意让人民直接来监督官僚。谢谢大家。好，谢谢黄教授，继续请李建新教授发言。尊敬的主席，尊敬的各位委员以及在座的各位学者专家、各位朋友们，这个今天个人有这个荣幸呢，参加我们考试院副院长以及两位考试委员提名的一个公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啊。不过个人呢，这个很久以来啊，可能有十几年呢，没有进过立法院，所以今天呢要进立法院呢，也觉得有点紧张，有点怕，所以事先呢早一点到会场，是今天是学者专家当中我第一个到会场的人。那么然后因此啊，这个觉得事前呢我也曾经呢把这个三位提名人的资料啊详细的拜阅，同时啊想要从当中呢发现一些事实啊，那么提供委员将来在审查的时候的做参考。所以等一下我的发言呢主要还是针对这三位候选人的部分，像刚刚三位学者专家从宏观面呢，从总体面呢去畅谈呢有关考试啊等等的相关的问题啊，我非常敬佩，但是我主要想从这个人的事实的这一方面呢来发掘意见啊。那我事实上对这三位
候选人呢，这个并没有深交，换句话说，对他们的认识啊，也经常是从报章杂志、从他们的异动的消息，甚至他们的许多很好的表现上了媒体各方面呢去了解的。所以事实上，我个人呢，今天的发言愿意尽量的抛出个人的这种彼此的这种互动或者认识的部分，而就事实客观的来陈述，那么作为刚刚讲各位委员的一个参考。那么首先呢，对于第一位吴景麟先生的部分呢，这个我也先想看他的资料当中啊，我先想提两个疑问或者两个问题啊，请委员做参考。第一的，我发现他的这个所谓自传资料里面呢，提到这个86年3月啊，他在考试院秘书长辞卸职务之后，那么到美国，啊，这里也说明了到美国期间，主要就是因为他母亲呢年老啊，所以生病，那么他去尽孝道啊，所以这一点呢，当然是非常值得称许啊，非常值得钦佩。不过这个时间我一查一下，时间呢一直到94年2月，那么这个时间呢长达8年之久，这8年的时间呢，不算太长，但也不算太短。他在8年之后，他回来担任立法委员，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他这个时间呢这么久，这个除了孝敬母亲之外，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在美国所作所为，或者他对他个人、对社会、国家，那曾经做过哪些进一步的有贡献的事情呢？我觉得委员呢可以这个找到机会啊，适当的再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第二点呢，我觉得我看到吴景麟先生的学经历的这个资料等等呢，可以讲是相当的完整，像后面的两位候选提名人一样，学经历都相当的完整。尤其就吴先生来看的话，他要担任考试院的副院长，那么他跟考试院的关系啊极为密切。他曾经这里写得很清楚，担任过秘书长，担任过副院长，担任过代理院长，那么这个所以现在被提名为副院长的候选提名人。那么所以因此从这里看出来，他在这个考试院的时间呢，长达到10年的时间，很长的时间。所以他应该对于考试院的大大小小的院务都有充分的了解，而且他曾经代理过院长，所以虽然时间不是太长，但是呢，可以讲他的中理院务各方面呢也都有深入的了解。不过有一个问题在他的自传里面没有交代我也提醒呢委员可以做个参考，就是说他这里提到一句话，就他深切的了解考试院在国家政务新格中的重要性。那么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但可惜他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深入的交代那么到底这个考试院在国家政务的新格，尤其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呢，是重大的变化、重大的变迁当中，那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个积极性的角色？要何去何从？要如何新格他应该提出一些具体的看法。因为作为副院长可以讲这个对于这个院务的推动呢，还是有一些相当的主导性的地位、指导性的力量主导性的影响。所以如果在这一方面他有更清晰的概念、更积极的构想、更积极的做法，对我们未来考试院的院务的改革呢，应该呢会带来更大的帮助。那事实上，委员可以在他任命之前呢，那么先就这个问题多请教他。我相信呢，他如果提出一些具体而缜密的构想，或者未来的很确实的方案呢，我想对我们将来考试院的新格应该会带来一定的帮助。就吴景麟先生的相关的资料，我觉得有几点是可以作为委员参考的。一个就是说，他自己的经历当中呢，他曾经很长期的在地方跟中央的公务机关做事，那么公务员的体系跟考试院的院务关系非常密切。那这一方面，他的公务体系的这个经历我相信对于他未来担任这个副院长呢，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其次，他也担任过民意代表，包括立法委员。那么这个工作，我想反映民意作为他的公务上未来公务上的重要的参考，我想也一定的帮助。第三呢，刚刚提到过，他最重要是他的经历，曾经在考试院已经任职
几个重要的职位，而且呢，这个有积极性的这个贡献。那么这我觉得这一点呢，他在这个学经历各方面、任职的经历方面，一定对他未来副院长的工作有一定的帮助。其次，我觉得这个副院长的角色，不管考试院或者其他的院都一样，副院长角色永远本身就是一个幕僚，副院长不是主管，那是他是院长的主要的幕僚。那么因此啊，这个他但是呢，他也经常有机会啊，代理院长主持会院务啊等等，那么还是有一些主管的角色要扮演。那么最重要恐怕我个人认为啊，就我在公务机关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还是在协调，要政通，要人和，首先要人和。那么以这个吴先生的这个资历，以先吴先生的这种自传上所显现的出来，以及我们大家对他粗浅的认识啊，我觉得他的人和或者协调能力呢，一定有一定的这个基础。那么这一部分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问题。最后，我觉得就他的刚刚讲这个考试院任职这么久，那么因此在我们这个重要的时期啊，对于考试院未来的新格，尤其是文官制度的发展，那么这个副院长要协助院长，那在这方面来讲，吴先生呢，应该在这方面跟关中院长之间的配合啊，应该不成问题，应该会有两个这个配合在一起推动这个考试院的院务呢，应该会带来积极性的贡献，这是我个人的认为。那么以上这个吴先生的部分提供给委员参考。其次就是赵立云赵委员呢的部分呢，我也有两个问题啊，请各位委员参考的。第一个就是他曾经担任过我们这个行政院体委会的首任创立的主任委员，那么而且啊，他这个后来对这个整个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个体育运动的推展呢有一定的贡献。不过现在目前呢，行政院体委会即将归并到这个根据行政新的组织法，要归并到教育部。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讲，他对体育未来的我们的体育发展，特别在归并教育部之后，那他有些什么样的构想或者有什么样的想法？虽然跟他的考试委员的职务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因为他的经历的部分呢，我觉得这部分值得我们关心。那么第二点呢，恐怕在他的这个自传或者相关资料里面有很重要提到，他非常赞成民主、多元、开放社会的文官制度。那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概念也非常重要。但可惜的，他在这方面呢，没有陈述。在立委委员的这个有一个事情呢，这个我蛮留意的，就是有关牵涉到过去媒体曾经提到过他个人呢，有关农地或者农舍的相关的问题。那么根据我个人呢这个媒体上的分析了解，我觉得他可能出于对于善意的或者对于青年的品德教育方面的这个推动极为关心。那么我认为这种这个问题在跟盈利啦、跟商业行为啦，应该关系比较不那么大。那么这一点呢，也至于他刚刚提到这个他副教授这个赵立云呢，你是这样，他这个跟大家的情不一样，他是先任公务人员后任教职，所以这个情况啊，是使得他在教职工作上可能没有那么专心一意的重要原因。最后，关于黄锦堂先生呢，我觉得也有一两个问题啊，值得委员关心的。这个黄锦堂，对不起，这个我觉得有一两个问题提一下就好了。就是第一啊，他自己是研究宪法、行政法跟地方制度法等等的这个关系，在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呢，这个五都改制之后的发展，我觉得这一方面他应该是这一方面的专家学者，值得将来在这一方面多做贡献。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宪法释宪大法官的释宪呢，382号跟684号，那么对于我们当前的大学教育跟学生的关系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形成一个特别的权力关系。那么这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请教黄锦堂教授在这一方面呢，独特的想法跟看法，作为未来我们考试制度改进的重要参考。以上的这个浅见，请各位委员多指教，谢谢。谢谢李教授，继续请黄世清教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早。
那么在发言之前呢，我想我先更正一件事，就是资料上所写我现职是台北大学财政系教授，我现在已经退休哈，所以这个应该是无业哈，应该是无业哈。那当然我退休的理由，其实刚刚我们因为在场有两位我以前的老校长哈，黄东雄是以前我在中心的时候是我们校长，李建新也是我在台北大学的时候的这个校长，就是目前的真的是学校的教授哈。坦白说，就像我们黄东雄黄校长所讲的，实在是很难以忍受，所以呢我就提前退休了。那这是我想先提出来的。那么首先呢，我想谢谢大院的这个邀请，因为我有一篇书面稿等等我会交给这个大会大院啊。那么所以我谢谢大院的邀请，能够有机会呢以学者专家的代表的身份呢，那么来参加大院审查三位考试委员被提名的这个公听会并发表意见。那么个人除了感到荣幸之外，更觉得惶恐。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考试院呢是属于五院之一啊，考试委员呢不仅地位尊崇，而且是宪法赋予掌理全国数十万公务人员的考权和监督的职权，他们权责是相当的重大，攸关我国政府行政事务之推动，国家之发展跟全体国民之福祉。但是呢，我想另一方面呢，那么我们由于说到这个最近的这种瘦肉精、禽流感、口蹄疫呢，还有历次有关核能安全乃至一般重大建设之环境评估等事件的表现的影响哈，学者专家事实上在我们这社会上的这个信誉啊，我想就跟一般的媒体的所谓的这个名嘴一样啊，其实呢，社会对他的这个信任度跟尊重感呢、其实已经明显的丧失啊。所以呢，我个人今天呢，那么虽然有这个机会，那么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呢，但是呢，我想我是怀着如履薄冰呢、戒慎恐惧的态度呢，那么就有关三位考试委员被提名人的审查事项呢，提出个人的浅见呢，那么供大院来参酌。那我们知道说，考试委员呢，他是我国独有的一项职业哈。那任何一项的职业，我们当然知道，他除了应该具备必要的这种专业的知识跟能力哈。那么这次呢，三位被提名的这个考试委员呢，那么我们知道，从他的资料当中，我们知。其实各位，刚刚前面几位先进也提到过了，吴景林先生呢，他的资历相当的丰富哈。那么除了曾经担任过考试院的副院长、代理院长、秘书长，以及总统府秘书长、立法委员呢，还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之以外呢，其他的这个经历呢，其实呢，在这个行政、立法和党务经历的丰富呢，我想无人出其右。那另外呢，我想赵丽云女士呢，她呢曾经担任所任的行政院体委会的主委，还有国大代表以及立法委员哈、我想在行政立法方面呢亦不遑多让。那特别是呢，她的著作、相当的丰富，我跟她算了一下哈、她光是她的长短文哈、在2002年到2012年之间，短短10年之间呢、就超过100多篇了、那么我想。对一个这个一直在学校，的这个任教的教授来讲呢，有这么丰富的著作，其实不多了哦。另外呢，黄景堂先生呢，黄景先生我倒不会演，我跟他相对比较熟了，就说他在学术上的表现呢、我想相当的卓越哈、只是呢，我想在著作方面呢，这数量有点呢，那么相较于赵丽颖女士呢，好像稍微有点逊色。另外一个。我想很可惜的是，我们看他的经历当中呢，他可能是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是我国这个人事行政局啊史上最短的政务的副局长、好像只有一个月又8天啊、我不太清楚，虽然他讲的是因为中间院长的、院长的这个这个更换的问题啦，但是我想如果说他是一个人才的话、既然应该下一任院长应该用，而且他不是这个局长还是什么，还是副局长，对不对？还是副局长，所以这种只担任就是一个月、不是一年了、一个月又8天的、这个经历啊，对，
我想呢，只是会比较相对来讲的话，那么我想是有点可惜了，有点可惜了啊。那么，所以呢，我想从他们这三位的这个学经历来看的话，啊，我想三位呢其实都应该具备有考试院组织法第四条所规定的这五项资格条件之一啊，啊，比如说曾经担任过考试委员，声誉卓著，啊，那么曾经当过点试委员长而富有贡献，啊，或者曾经当过大学教授十年以上，声誉卓著，有专门著作呢，或者有这个高等考试及格二十年以上，曾任检任职满十年，并达最高级，那么成绩卓著，啊，而有专门著作者，以及学术丰富，有特殊著作或发明，或富有政治经验，声誉卓著等。我之所以将这个条文呢，啊，念一遍哈，啊，那就是说，那在其实就这个所规定的资格条件来讲的话，我想三位均能够符合，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任何的这个争议哈，啊。也就是说啊，就三位被提名人担任考试委员这样的一个职务的专业知识，我想条件是相当够。不过呢，我下面要提出来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目前社会上整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各专业领域除了专业知识能力一般都符合，但是呢，我们很欠缺的一个是什么呢？就职业伦理的问题啊。所以下面我是想就考试委员的应该具备的职业伦理这一项，那么提出来，那么就教于各位哈，啊。那我们知道说考试院呢，啊，是我国宪法的法定机关，相较于世界上其他的民主国家来讲的话，那是我国引以为傲的独有的制度设计，啊，那么根据我国宪法前言明示，它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国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社会人民福利，制定本宪法，颁行全国，永实贤尊。而我想，凡中华民国的国民呢，啊，我们都应该知道，就孙中山呐，啊，先生当时为何要将考试权从行政权独立出来？我想，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当时举一个例子，美国的例子啊，他说美国每次换的总统呢，连邮政局长的主管座在内的数万公人都要更换，所以他说呢，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呢，他希望能够通过独立于行政院之外的考试院制设计，可以维持行政官员免于受到政治力，特别是特定政党的操纵。因此呢，我想刚刚这个也提到说，我们宪法第八十八条明文规定，考试委员需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那么除此之外呢，根据宪法增修条文第六条之规定呢，考试院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试公务人员全序保障、抚恤、退休公务人员任免考绩、及奉升迁、褒奖之法制事项。而根据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第一条明文规定，为确保公务人员依法行政、执行公正、政治中立，并适度规范公务人员参与政治活动，特制定本法。而第五条规定，公务人员虽然得以加入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但不得兼任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之职务。公务人员不得介入党政派系纷争。公务人员不得兼任公职候选人竞选办事处之职务。第九条更具体规定，禁止公务人员从事支持或反对特定之政党、其他政治团体、公职候选人之特定政治活动或作为。具体而言呢，如果公务人员应该保持政治中立，不得介入党政派系纷争，那作为行使掌理全国数十万公务人员之考权和建筑之权的考试的委员，是能否确保政治中立、政党中立？我想这才是应该判定其适任与否的最高的一个职业伦理的准则。这也是我想前述宪法第八十八条明文所规定有要求的，考试委员需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自行使职权的我的主要精神。所以基于此种考量啊，就个人的认知啊，我在这里必须强调，这是个人的认知啦，也许不见得正确哈。那而且呢，从这三类书面资料来看，这次大院所审查的三位考试委员提名人，其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三位在过去的政务立法系统之表现，均是政治正确、政党正确，自因而获得提名。不过呢，我必须要强调，政治正确或政党正确呢，虽是能否担任称职的政务官或民意代表之要件，但是就宪法设置考试院之规定和精神，去担任考试委员应遵循是职业伦理，却是互不相容，否则五权宪法的制度设计之意义就完全沦丧无疑。最后呢，我想针对赵丽玲女士的著作提出一点疑问，
因为在赵丽玲女士所附的重要著作目录当中呢，她的评论跟投书的编号四，就是赵丽玲2007年的这一篇呢《体育运动教学研究概说》一文啊，那么是在这个第12页。那么我看它是2007发表的文章，但是呢，它里面的参考文献最早的是2001啦，都是在1990年代的哦。那么这相差6年了，我就。我们一般在学术工作来讲，就是很奇怪，好像是6年都没有相关主题都没有，对不对？然后它里面只列了一个，就是他自己的2005年的那么一本著作。那这2005年的著作呢，在这个他所提供资料里面的，其实是2003年，啊，就是在这个我想为了避免错误啊，我想比较讲的比较具体，就是在正第九位专书里面的第2本休闲健身运动教学研究，这里面写的是民国93年，也就是2003。但是呢，他在我刚刚讲的这个里面所引注的，他这本书他写的是2005，啊，那所以呢，我想这个东西，那我必要强调，就是说，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些他必须要交代的，因为我有将他全文啊全部download下来呢，那么曾经跟他比对过了哈。你以我们的经验，我们在学校的经验来讲的话，这个很可能他是什么？从旧的文章里面抽取出来，重新，啊，有没有改我不太清楚，重新在这个发表了。我想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他应该，啊，应该要很详细，因为一篇2007写的文章，其实参考的文献既然最早是2001，啊，也就2001到2007的相关的文献都没有，那这个东西，更何况就是说他在2003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几乎是相同的一个著作，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是认为就是说，如果说我所怀疑的是正确的话，那我想这一点可能是赵女士应该要澄清的，哦，我想耽误各位时间，很抱歉，谢谢。谢谢黄教授，继续请本院前委员郭天才教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啊，还有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早啊！非常荣幸啊，有这个机会啊，那么来参加贵院的有关于考试委员的这个提名审查的一个公听会。那么就刚刚所有的学者、专家、先进的一个提出的看法，大家都很清楚啊，就是考试委员他的这个法定的资格，在提名所应该具备的。这个基本的法定要件，那么跟我们事实所认定的各方面呢，那么个人认为啊，那么这几位这个就是包含吴景林这个先生、赵丽云女士、黄锦堂先生啊，那么我也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尊崇啊，我们这个这个东雄院长啊所提到，作为一个考试委员啊，那么。能够容纳整个这个国际，或是这个非常包容，或是非常这个这个宽怀的这种胸襟啊、视野跟学术。不过我个人感觉到说，环顾啊，现在台湾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目前的这些人才的各方面的领域，还有现属考试院现有的考试委员的学经历。那我想这三位这个总统提名人呢都不遑多让，而且不管是学术的研究还有这个政务的经验个人认为都足以啊能够让他进到考试院去跟现有的考试委员那么共事啊，那么就于考试院的相关的业务提出他的贡献。当然我们也更在今天的公听会我们更可以感受到国家不管是各方面的人才，不管是立法，不管是行政、考试、司法，未来如何能够透过考试院的各项创新性的人才的积极禁用，而不只是这个中低阶或是所谓的这个中高阶的这个文官制度的建立之外，那么去开创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考，那么更是今天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可是就现存的我们国家这几年人才的培育，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不管是在各方面提出来人才都有比较
倾向资深的这样的一个趋向。所谓的年轻的学者，年轻的各方面的政府各阶层的人才是否有断层的现象，也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以这样子来归咎我跟大院做个人的一个看法呢，我觉得这三位都相当的适任于提名的这样一个审查。不过基于我们对于这几位这个提名人的一个进到考试院的一个期许，以及我们所感觉到他们之所以能被提名是基于什么样子的资格，是基于未来什么样的角色扮演，我倒是提出有几个的一个看法。那么就教于贵院的委员在审查的时候，或许能够经由这样更清楚了解他们将来进到考试院以后，他是否真能发挥这样的功能，以作为投票的一些参酌。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说考试院事实上各位也都很清楚，在我们五权分立的这个制度，尤其行之多年之后，事实上考试院确实包含考试委员这样的一个职务，确实在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治理还有民间的声望上，事实上是显得比较不为民众所熟知以及民众所了解的。那么在关院长就任之后，我们也可以偶尔的在报章杂志看到他循序渐进许多考权相关的一些改革制度，试图的将考试院的相关的这个业务能够让民众所熟知。那么我们更期许这个五权院副院长如果说他在这一次那么历任的总统府的秘书长之后，那么他再回任，那么他个人是基于什么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以及对于考试院的一个强烈的热爱，喜欢这样的一个工作去进行他的挑战，以及对国家的一个使命感，那我想更加的有意义。因为历经了总统府的这个秘书长之后，我相信他对于相关考试院在制度面，在整个非常大的国家的这个考权业务或是人才禁用的这些这个大的制度上，我相信应该会有更有让我们期许的地方。特别是我们说到考试院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治理上比较少受到民众所了解跟这个关注，所以总统现在推动所谓民意的了解，是不是未来他对于考试委员也能够下乡了解，甚至去网罗民间的人士，那么来作为一些他的这个禁用的一些管道他不知道他个人的一个期许看法是如何。那么其次呢，我们感觉到过去像我这个过去我们在通过国家高等考试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当时的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对人才的禁用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除了选举，一个就是考试。那这个考试呢，过去我们呢都有工作的人，我们却去考这个国家的公务员考试是基于我们有更多的一个视野，可以对国家的这种治理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而有展现的机会。可是我们发现到近几年来整个国家公务员的考试呢是已经慢慢趋向于我去找一个饭碗。你为什么要对国家去考国家公务员呢？你有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铁饭碗。那可是在更早期之前，它虽然有所谓公务员保障的这样的去吸引年轻的学子或是更多的所谓优秀人才投入国家公务员体系，可是他更看到的是我们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整个文官制度的一个确立性健全性，而且他希望在借由这样的被栽培被培养，将来能够为国家所用，特别是偏乡的南部地区的这些的所谓的人才。可是我们发现到有两个看法呢，是对于考试院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第一个我说过的，就是说国家公务员的在民间的声望不在；第二个是政党轮替之后，民间有些许的舆论，或许尚未被证实，但是呢，文官制度的破坏，我们过去循序渐进，当我们得到的委任、兼任、检任到特任的时候，我们非常民间就自然的肯定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制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而不见得能够去过于挑衅他，因此他会有尊严，虽然有一个保障，他确实能够廉能的去为这个国家做事。可是这样一个制度是不是在
现在已经对考试院这个委员们呢都形成了一些的一个挑战。那我们看到赵丽云女士啊，她的资历，那我想她历任的行政要职也这个创这个筹组了这个体委会，所以我想她将来进到考试院的一个时候，我们是非常期待她能够关注到现在我们国家在教育行政，教育行政它是在培育整个国家的培育人才的部分，在选用之前的培育的育才跟培才这个阶段，可是我们也发现到有非常多有学识的人、学者、专家，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却会留在学术单位，留在校园里面当教授，可是他却不太有太多的兴趣经由国家的公务员考试而进到教育行政体系去服务。那这样子的话，作为整个国家政策的培育，我觉得是有所缺失。所以将来怎么样去鼓励，特别是在培育人才的教育行政阶段以及学校行政，所以倒是有两个问题他其实是可以提出来的看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强调国家是不是可以进行校长国家执照的这样的一个议题的一个讨论，因为我们这个慢慢的这个学术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私校退辅基金他的一个看法。那我想这个最后呢，时间的关系，我提到有关于黄锦堂先生啊，他在行政法学各方面的学术素养却是毋庸置疑的。我想很多法学的专家刚才也提到过，那么他基本的这个素养是在这个专业的行政法学跟行政程序学部分，他也担任过人事行政局的政务副局长，虽然很短，但是我们现在事实上在考试院，在国家的这个整个组织的这个角色里面，我们事实上也经常提到，就是高级文官跟制度跟我们目前人事行政总局有关于在高级文官的训练以及相关的这个程序上的有否冲突，以及如何协调分工的事情，我倒是觉得事实上是可以黄锦堂先生啊，那么他的看法，那么作为一个将来他能够进到考试院，提供他的角色扮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以上就教各位，谢谢。谢谢郭教授，现在继续请本院前委员黄国忠教授发言。主持人黄副院长，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各位贵宾，在绿色王朝的年代，我曾经担任过考试院的法规委员会的委员，因为主张考试院长不宜对制宪修宪发表意见，法规委员的任期就在阳明山上的温泉宴后结束。宪法规定，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要经过考试院权定。那西伯利亚的理发师，屋顶上的提琴手，是不是应该经过考试及格？是不是妨碍竞争？是不是绑标或者因人设事？我父亲跟叔叔担任过几十年的人事主任，从小拜读人事行政院刊，熟悉少康中心以人才为本的理论，也知道孔子、诸葛亮、曾国藩的官人之法。韩诗外传有提到，富则视其所与，有钱的话看他所赠予的东西。在人事行政总处的网站，对长官馈赠会礼物违背公务人员的守则。那诸葛亮的四人七法有罪之已久而观其性。东江王国的国会议长在我国的晚宴谈莎士比亚，那我国以前的院长劝人家多多喝酒。那新加坡副总理批评储财台湾不用，显得多么的讽刺。那依照宪法征修条文，考试院只管公务人员任免考绩的法制事项，惩戒的法制事项竟然在司法院的条文里面。在各位委员的努力之下，我国正历经政府组织改造的过程，动摇现有的既得利益关系，必须重新建立官民共生的关系。那希望说能够伴随政府职权的标准化作业程序，
才能够有余力面对时代跟国际变化的挑战。不但如此，日本有在特定的期间就特定的事项设立部长级的职位跟组织，这种叫做特命担当大臣，譬如联访担任过的行政革新相、少子化相、东日本赈灾复兴相，这些都值得我国加以参考。而且随着政府的改造，每一位公务员带着自己的官等、职等、职级、职组，在变形虫的政府组织内行走，说不定更有助于提升政府的效力。另外应该要建立中高龄的对策以及一职定年。中高龄的对策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公务员，包括公营事业人员，要国家要怎么样的处理。那一职定年，服兵役的役，任职的职，就是上校如果没有升少将，这在多大的年纪退休，把军中这一套搬到公务体系过来。那我国的中央组织总员额法，员额的总数是73,000人。刚刚黄国昌教授也提到说，我国考试机关员额的庞大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我担任过法制委员会的召集委员，职务列等表跟编制表如果能够经常变换，把公务组织看作军队，编制表如果能够经常变换，也许更能够适应天候、地形以及目标。其实考试院的执掌，如果从国家人力资源的配置运用的角度加以观察，跟劳委会、教育部甚至经建会的职权密切相关。因为考试院用考试来称呼它的考试院的名字叫考试啊，其实日本的人事院更能够道尽考试院的职权。我们刚刚报告过说公务人员的惩戒写在宪法的司法那一章，那考试院只好用考绩丁等或来处理这种公务人力变换的问题。那其实不要用丁等的方式，从第一名排到第100名，每年替换5%，说淘汰太伤感情淘汰5%，替换5%，20年才能够轮回一次。在国家承平半个世纪之后，公务员没有过度找保障的必要保守封闭缓动的公务部门，反而妨害国家的竞争力。再来，五副院长甲等特考最优等第一名，那我个人高考优等第一名其实不必一试定终身，因为总统、县市长4年一任，那诸位被提名的人任期剩下2年4个月，800多个日出日落，29个月盈月亏，那公务员却是40年如一日，那国家如何进步？既然毕业跟就是失业，那么为什么不让多一点的家庭有机会进入公务体系？而且有机会进入公务体系的人我会建议参考给他一张升官图作为公务人员职业生涯规划的一部分其实今天的被提名人都是这个升官图上的模范生。那我国分为两区，一国两区就是公务员区跟老百姓区。公务员领老百姓的薪水，那却时常高高在上。那一国两制就是终身奉制跟兼职打工要扣健保的附加保费制度。那我们有很多的退休公务员跟公营事业人员每天在国际机场绕着地球跑，那老百姓做什么感想？那人事行政局现在的人事行政总处抱怨考试院的培训捞过宪法的界限
国家文官学院在忠孝东路七段，刚刚我们李建新校长也讲过，说出国进修八年，到哈佛、耶鲁、伦敦、政经学院，说不定更能够扩大视野。那这一次被提名的人都有相当的创意跟学识，好像赵委员有休闲产业、产业人力专业发展，其实这跟人事考试院的职权相关。那黄教授有组织法跟地方制度法的专门著作。那如果因为人数或任期所限，没有办法进行有意义的改革，至少考试可以影响思维的模式，我会建议以下的考题。第一题，温泉是不是可以当作所有权的客体？是不是像矿场一样是国家所有？国家的财产应该如何拍卖或分配？十年降十个摄氏度，是不是有人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第二题，14年前我在都市更新条例朝野协商的时候，删掉以小吃大以私害公的条文，数年后又有人悄悄地把它放进去，建商或周边的地主是不是可以包围空军司令部，圈地为王？各方的利益分配状态如何？社会正义应该如何定义跟量化？第三题，行政院组织法，部会首长不由政务委员兼任，是不是违反宪法的条文？行政院的会议说要有半数的人数出席，出席过半数决之。如果大家有意见的时候，行政院院长决定，那我想他不是很了这一种立法或规则，不是很了解行政机关跟立法机关的区别。套用另外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公共选择的理论，行政机关是不是可以用这样作为同意计算的基础？资本主义跟民主政治如何调和才能够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其余书面意见希望能够列入记录，敬请各位委员先进多多指教，谢谢。谢谢黄教授的发言。各位委员，现在各党团所推荐的学者专家都已经发言完毕，非常谢谢。我们休息10分钟，休息之后进行审查小组委员的询问。现在休息。
现在继续开会，进行审查小组委员的询问，请黄委员委责发言，发言时间十分钟。是，谢谢主席。主席、各位同仁、以及各位学者、以及在场各位小姐女士，我想针对这次考试院副院长被提名人以及考试委员被提名人，我们有几点看法，可能需要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我觉得其实三位被提名人都各有各自的学养，也各有各自的在公务系统也好，在这个学术单位也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表现，所以在专业领域上，我们觉得是应该是可以做一个适时的讨论的。那么当然在对于本身的工作态度方面，我倒是有几点必须比较从社会观点哈，社会一般大众的观感的观点来做一个粗浅的说明啊。第一点，我们提到了吴景麟秘书长吴景麟被提名人，那么他在原先担任这个考试，他在自传中所提到的他的对于考试院的业务的一个深切的关怀跟认知，我们都予以表示敬佩啊。但是事实上，他曾经在2008年就已经担任这个考试院副院长的工作。那么到2011年，也就是去年1月31日转任总统府秘书长，事实上考试院副院长的这个位置啊，悬缺一年多。马总统本来在去年3月要提名，说是要提名，有据传说要提名新的人选，可是后来却迟迟没有下文。那之后考试院关院长家里因为有事情，所以考试院变成一个状态，什么状态？没有副院长，院长有事，副院长没有，悬缺，副院长悬缺，结果考试院院会必须由当月轮值委员的主持，公文则由秘书长来代行，把一个国家最高的考权机关，应该依宪法应该独立于党派，的一个考权机关，弄了个家中没有大人的一个情境，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对考试业务、对考权业务、对考试院的不尊重。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吴景麟被提名人。现在又要担任这个，回来担任这个，考试院副院长的这个工作，我们倒是真的是非常愿意来请问一下，这个他在担任完总统府秘书长之后，那个时候曾经有提过一句话，说，对于长官指派的工作，没有权力拒绝，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我如果引述错误的话，其实请大家指正。他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这是一个以常任文官的心态来看待宪法上规定应该超乎党派之上的一个考试院副院长的工作，我们觉得是很不当的。所以无论他从副院长的工作离开到现在要回来，我们觉得其实应该给社会大众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理由，也就是说为什么他对考试院的一个工作那么热爱，然后长官一个命令，他就一个动作就辞了。辞了以后，其实坦白讲，这个是有任期的，而且经过国会行使同意权的任命的，而且应该超乎党派之上的一个工作。他怎么可以如此轻易的长官一个命令，他就可以放掉呢？可以作为考试业务的逃兵呢？我们觉得这部分哦，我觉得五被提名人应该欠缺社会大众一个公道，一个说法，应该给社会大众一个说法。也就是说，他离开了，现在要回来了。那长官一个命令，如果他担任这次这个在提名任命中又再通过了，如果长官又一个命令了，他是不是要选择又要离开？我觉得这是要对社会做一个负责。好，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2008年在那个时候在考试院副院长的这个任命过程中，其实有委员询问过所谓公务人员优退18%的问题，这个简称18%其实是优惠利息存款的问题。他也说，吴先生也说，他愿意做一个改革。可是从他2008年通过任命到他离开之前，
实上是到2010年，也就是前年，才考试院在马总统的指令下，考试院才开会检讨修法，又是一个长官一个命令，他一个动作。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把这样一个国家的一个重大的这个考权业务或是退休制度的一个研议啊，我们认为应该主动、应该积极、应该勇于认识的一个做法，却变成长官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呢、啊，也需要跟社会大众做一个清楚的交代。第三，当然武先生的这个协调顶赖的这个能力，我们是高度给予肯定了。也就是说，2010年四月国家文官学院揭牌的时候，那个时候由于考试院，这也是长久存在我们国家政府体制的一个问题，就是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跟考试院的一个业务这个分际的问题。2010年四月国家文官学院揭牌，那但是当时的行政院人事局一一打电话关切行政院所属的机关，所以造成行政院所属机关在文官学院揭牌之后没有人报名。后来等到这个武副院长出面协调沟通，才解决了这个危机。也就是说，我们很借重吴景林先生的一个协调沟通的能力，但是如果一切的制度上只建立在个人的协调沟通能力，而不是整体的国家体制可长可久的一个制度面的建立的话，我们不禁为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啊、现行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表示忧心。所以三位被提名人，包括副院长被提名人，包以及两位委员被提名人，都应该告诉大家，将来在文官制度、哦、面临变革新格之际，怎么样跟社会大众，怎么样让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不要再跟行政人事行政的这个部分造成一个汉格，造成一个冲突。我们觉得其实不管是法令上的竞合，或者是这个制度上的这个汉格，我们觉得其实都不是国家之幸。那么我们也很好奇想知道，其实2011年五被提名人担任总统府秘书长，他一定从考试院副院长的位置离开，他一定这个写了辞呈，跟院长辞职啊。我不知道我很好奇他辞呈上是怎么写的，是因为总统指示，是因为个人生涯规划，还是因为个人身体健康因素？我们真的很好奇想知道，如果可能的话，请他告诉我们当初他离开的理由，当初离开的理由之后，再告诉我们现在回来的理由。最后一个，对于吴被提名人想提的，其实一个工作要得到人家的尊重，自己本身要尊重那个工作。他今天提出来的这个自传哦，我们回顾四年前的自传了、啊，其实差不多的。好、哦，当然中间添加了一个总统府秘书长的一个职务的阅历，但是中间提到个人的生活太多。哦、什么含饴弄孙，做晋级为阿公，我想现场这个可以当阿公阿嬷的人也不少，但是这个需要拿出来写在自传里面吗？那我们真的很希望看到这个自传也好，或者是将来他们在审查会中跟委员的接受委员的请教也好，能够多谈一谈对于整体国家考权业务新格的部分，而不是只着重在个人人生阅历的部分。如果要提个人人生的阅历，也请着重在专业的领域的部分，而不是个人家居生活的部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监察院王院长喜欢提到个人的家居生活，那我们认为考试院不管是委员副院长都应该尽量避免这个部分。那么对于我们其他两位考试委员，包括赵立云被提名人，其实我们也予以尊重，但是希望这不是一个政治任命。因为我们在赵委员在立法院的时候，他是一个很获得朝野尊重的专业的委员、哦、不管是公民团体也好，或者是这个立法院的同仁，大家都给予高度的肯定。不过我们注意到了他的这个
问政的方向跟这个文章的方向都是着重在教育，国家教育制度上以及教育实务上。对于考试制度，我们愿意看到这个召备提名人有更多的一个论述跟一个阐释。谢谢大家。谢谢黄委员。现在请黄委员停声发言，询问时间十分钟。好，主席，我们洪副院长，在座各位委员以及我们审查委员，那么今天本席这应邀来担任我们考试院那被提名的副院长以及两位委员的这个审议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那么但本身庭生来自于基层，那所以今天那本席的发言可能多多针对考点考试以及全序在这基层所听到的各种的反应跟声音。那当然首先还是针对三位被提名人他的各项的这个履资历那庭生来做这样的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报告。那么吴景麟这个吴副院长被提名人他本身当然经历相当的丰沛了哈。刚刚不管是在专家学者的这个审查委员的意见当中，那么都可以听到他的各种的阅历，那么能够对我们将来考试院他的一个在一些对外乃至于在我们的考试院本身的内部的一些这个沟通协调上发挥长才。那更何况本身那么这个吴景麟五被提名人他也曾经这个担任过前任的副院长，那也就是说他的经历跟他的经验丰富。那么至于说整个考试的专长、考试院的专长、考试的这些整体的这种这个考全两全的这样的一个专长那么当然我相信身为个副院长，那他在这个专长之余他一样能够用他的各种的这个阅历来协助。那么有关赵丽云赵被提名人，那么我相信在立法院他是我们的老同事了哈。那他的这个教育他的这个整个专长的部分是着重在教育上面哈。那么尤其他是一个很基层从教育基层一直往上来在整个教育体制上面有相当完整，然后甚至于在民意代表的部分呢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履历。那更重要的他如果未来他在这个考试院里面我相信他更能够在整个考试的委员的职责上多多的在完备我们的这个教育相关的议题，乃至于我知道赵委员后来也曾经担任过学术界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哈。那么在教育上，那么跟公务上他都能够将来把我们的这个考试的这样子一个点试的这样子的一个范畴做了更严谨，尤其在教育的议题上面。那么有关这个黄锦堂黄教授黄被提名人那当然在国内他是一个政治学这个社会学科的一位相当卓著的一位学者了哈。那么对他的这个学经历当然这个庭生感到相当的感佩。那当然如果说他的这个在考试院他能够多多的把他的这个专长发挥，那么我相信这三位被提名人都是一时之选。好，那么与其去针对他已经明述下来这些履历那么再多做发言倒不如那么本席提供有关这考全的一些基层的声音，来给未来要在考试院里面我们说到
刚不管是专家学者或者我们的这个黄委员说到哈，考试院是我们国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责了哈。那么本席在这里就要针对考试院考权的这些议题或者一些基层的看法，我想要就教于这以上的这些被提名人哈。那么对于维护国家文官制度哈，保障公务人员的权益，这是第一点。那不晓得这几位委员你们进入了考试院，那么有什么样子的作为跟什么样的看法？第二，对于这个考权议题孰者优先，应该要提出来进行改革，甚至于修法。那么我也要请教这以上被提名人有什么样子的见解。那么再来，又因为组织改造，那么我想马总统他上任之后极力在推动政府的组织改造，那么可能会发生一些因为组织改造而产生的各种的文官体制上，尤其是在一些这个低阶就是我们的阶级的这样子的一些不均衡不至于说是混乱两个字了哈，但是不均衡的这样的一个公务职权的执行的情况下，那我要请教以上三个被提名人有何看法。那么当然我知道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审查会并没有所谓的一问一答了哈。那么本席在这里也提供了以上的这一些基层群众对这些问题的见解跟反应。首先，对于公务人员服务的这一个权益的部分，本席在这里要向三位被提名人来呼吁，因为往往公务人员在退休、调职、辞职乃至于转任商调上面，常常会遇到在这个全序的资格以及地方的这个所谓地方自治上面由地方政府上面的裁量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举一个例子在花莲就曾经发生某一个公务机关，那么因为地方的父母官对他个人在某些行为上的成见，那么在调职的这个处理上那么他是一个该公务机关的一位可以说是一个主管，那么他不但因为一些个人的喜好，把他调离开将近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远，而且把主管的位阶拔掉。那么这一位可以说在人生历练当中为我们公务机关来尽心尽力的一位公务人员，他当然希望他在公务上能够继续的发挥他的所长，所以呢，第一，他想要这个请调，那么到别的机关，那不被我们地方的父母官所认可。接下来他心生这个可以说是可以说相当灰心了哈。那么他希望退休，但是我们知道，因为地方自治的原因，退休要在地方的县市财政可支应他的退休金的情况下，才能够被允准，结果地方的父母官也不准他退休，那么甚至于他考虑请调的问题商调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虽然商调我也请教过全序部商调只要被接受，被调任的新机关能够接受的话，那应该他能够被调离，但是很无可奈何的这一位优秀的公务人员因为在基层我们很清楚哈，偏偏又是被他的主管这个拒绝开立这个辞职证明。那么像这样子的一个年资的延续又发生了问题。那么另外呢本席也要这里强调，考试在医师的这个名额的部分，那么几十年来不曾调整过。那么花莲台东尤其在偏远的地区因为地处偏远，加上物质生活的不方便，许许多多的医生担任了考进了医考取了医师的证照之后呢，他
在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到了我们乡下来服务之后，啊，我们就没有机会再聘任到优秀的医师。那么各位可能不敢相信，在花莲县的最南端的富里乡、瑞穗乡，全乡找不到一位医师，只有卫生所的医师。那么我也要请教考试委员、被提名人，那么将来啊，他们对于这一方面是不是能够在人力资源分配上面能够多所均匀的分配？那我想简单的几秒钟啊，刚刚我提到所谓的政府组织再造，也发生了所谓的海巡署，将来啊，可能我们会啊，在现有的架构上面，虽然还没有被啊这个组织再造啊全那、这个啊我们的这个架构里面还没推进所谓的海洋部，但是呢啊，俨然啊海洋委员会的成立，在海巡署的一些军警乃至原来海巡人员的一些低阶以及高阶的这样的一个权属问题上发生的职务上 的这些执行职务上的冲突，我想要就教于这些被提名人，是不是我们将来在考试院也能清楚明白的为我们基层的百姓来考虑有关这些考权的问题。那么以上本期的发言，谢谢。谢谢王委员，继续请黄委员文林发言询问，询问时间十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大家好。我想今天我大概会朝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说，考试院里面考试委员的制度是不是应该要重新做一个检讨？那就是其实包括任期的部分，大家都讲说考试委员钱多事少，责任轻呐，那考试委员的任期现在目前是六年嘛，然后人数的部分是可以到达19人。那这个部分是不是造成了就是说我们多年来就是考试委员离职的许多的问题都是从这边所衍生出来的，也就是说考试委员的任期过去六年的部分是不是大家在这边做了太久觉得没有意思，那以后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来改成四年？然后呢，刚刚有多位学者专家也建议就是说，其实考试委员19人在世界各国大概也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先例啦。那我们过去呢从那个四年前2008年提名到现在也缺额过好几个，大概有五个，有两个委员他是因为个人的因素就回教职了，那有三位委员就回去当官员。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久都没有补齐19人，那是不是一定要把它补齐呢？这个部分我们认为说是事实上是有商讨的一个必要啦。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上一次这个考试委员的这个任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委员在质疑，就是说这个考试委员出席考试院院会的这个次数是不是都有去参加，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应该要考量这个未来我们的考试委员的这些被提名人是不是有办法来升任的一个原因之一。然后再来第三个部分，我们就应该必须要来考量就是说这个考试委员的部分它是不是具有酬庸的性质，如果是具有政治酬庸的性质的话，那当然就不能够来试任。那第四个部分呢，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他是不是有这个专业的能力然后能够升任这个职务。那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立法院变成一个就是国民党行政官员的训练所来为他们背书或者是盖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并不是要选荐优秀的人才，而且文官制度的推行也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推行了。所以我认为说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一个因素。然后再来就是说各个部分我们还要再考量就是说这个考试委员的被提名人他们是不是有超越党派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他个人的私领域的部分是不是有不当的言行或者是他的这个行为的部分不足以让人民
就是能够信赖，就是他担任考试委员的期间能够公正的来处理一些考选的这些问题。那还有就是官官相护的问题。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这次总统提名的这个吴景麟吴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文官，没有错。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520即将到了，那我们的陈冲院长有没有可能再继续担任下去？如果没有的话，他是不是我们今天行使了同意权之后，到了5月20号又被临时任命来我们行政院服务？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考试院的副院长又再度的出缺，这个部分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思考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另外一位委员被提名人赵丽云女士，她过去在这个教育界，当然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教育专家，但是呢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她的私领域的部分，她有没有办法来做一些这个，如果她担任考试委员的时候，她有没有办法就是排除她私领域个人的问题，包括她的农舍的问题，这个部分他都没有办法讲清楚。那未来呢，如果有人检举，然后就他这个部分来做这个质疑的话，他有没有办法公正的来处理他自己的事情？那这是第二点，有关于赵丽云女士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的话，这个黄锦棠先生的部分，我想他的部分呢，他是一个宪法的专家，过去他也提出就是说考试院的一些改革组织的一些相关的规定，那未来呢，他会不会到了这个考试委员这个职务同意了之后，然后担任考试委员，然后他所做的这个部分的职务跟他之前的研究会有所违背，然后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一个部分。那考试委员呢，事实上刚刚有多位学者专家讲到，他所这个最重要的是掌管国家的考试跟权序的部分。那如何这些考试委员如果说都没有办法在这个部分有专业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那未来这个考试的这个相关制度他们是不是很清楚，比如包括律师的考试、司法官的考试、检察官的考试，还有一般专业技证技术人员的考试的部分要如何来做。然后第二个部分包括权序的部分、考绩的部分要如何的来做，这个部分我相信就是我们人民最关心的一个部分。那如果说这些考试委员的被提名人他们没有办法这个秉公的一个情况之下来坚守他们的原则，那如果在这个考绩的这个权序的部分未来还是官官相护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事实上是非常不适任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考量多方面的一个情况来检视这几位这个被提名人的这个情况，包括他是不是有可能是超越党派，然后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们有这个专业的来改造我们的文官制度，创新我们的文官制度，然后再来他们的未来在担任考试委员的一个期间是不是有可能秉持着行政中立的一个情况之下来做，再来就是说他们未来呢在担任的这个职务之上，他们不会就是因为有其他特定的因素来影响到他对于这个就是考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然后做一些不适任的一些处分的部分。那再来呢，我想就是有关于这个淘汰不适任的文官的部分，他们有没有办法不受到其他的这个人的这个指示，然后来秉持的这公正的一个立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职务。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我们委员每一个都是要在这个部分好好的来观察，然后来做这样子一个处置。谢谢。谢谢黄委员，现在请李委员桂敏发言，发言询问时间10分钟。主席、各位学者专家，还有我们在座的立委同仁们，大家好。今天呢，很荣幸的能够在这个考试院副院长以及考试委员的审查公听会里面呢，
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个人的浅见啊。那么也借这个机会呢，要特别谢谢我们今天与会的专家，给立法院的建议，不论是跟今天的主题有直接相关啊，或者是跟日后的审查相关。那么我相信呢，立法院呢对于与会的学者的建议以及社会大众的观感呢，我相信都会虚心的接受，也会纳入立法院日后的审查的一些的改革的这个措施啊。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呢，我想五权分立啊，这个是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啊他首创的，所以他跟西方世界呢也不太一样啊。那么我今天倒是蛮讶异的，因为我本来以为今天参加公听会呢会听到学者专家对于考试院到底有没有存在与否这样的观感呢提出来建议，但是在今天呢我没有听到特别着重在这一方面呢。但是我也听到了与会的专家或者是学者们呢，还有我们立院的同仁，针对于考试院到底是不是应该要有19个人，还有这个任期的部分呢，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啊。但是我想今天的这个公听会呢，主要我们还是着重在这次考试院的副院长以及考试委员的审查哦。所以在现行的宪法呢，还有我们的考试院的组织法还没有变更之前呢，我想对于是不是19名，任期是不是6年，以及考试院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呢，我想就这一次来讲呢，可能跟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审查呢比较不相干。那当然日后呢是不是有改进的必要，这些呢我们全部都会纳入考量哦。那么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一次的考试院副院长人选的审查，还有我们的考试委员的审查呢，我们的宪法里面其实它讲的很简单哦，我们的宪法88条它里面就讲到说，考试委员呢要超出党派之外，然后他要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啊。那么至于考试委员的资格呢，其实刚才我们的学者专家还有我们的立委同仁也都提出来了，这个在我们的考试院的组织法第4条里面的那个5款的规定啊，的确这个5款的规定呢其实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笼统，我个人其实也还蛮赞同刚才我们学者专家还有我们立委同仁的意见呢。但是我要提到就是说，在今天的我们的3位的被提名人呢，其实我们如果单纯的从这个考试院组织法的这个里面的规定来讲，其实我觉得他们3位呢其实都符合这个我们考试院组织法的这个规格啊。那当然，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如果说他们其实从法条上面的规定上面来讲他们都符合，那到底今天我们要审核的审查的到底是什么啊？从我个人来看呢，其实我觉得单纯从考试院组织法的这个第4条的规定里面，其实很难啊，很难看出来，就是说这些的人选呢，是不是我们所要的？可是因为我们今天法条就在那里啊，所以我们在选人的时候呢，当然除了法条的规定之外呢，也会将刚才前面学者专家所纳入的意见，同时的作为我们考量的一个基础。但我个人来认定的时候，我个人其实比较倾向于认为呢，我们对于考试委员的认定，其实我们应该要看看他的决心啊，还有他是不是能够体验到今天我们所有我们的社会对于文官体制缺失他的问题所在，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他愿意把这个文官的体制呢做一个彻底的改革，在他的任内之内啊。尤其我们刚才听到的很多的对于文官体制的一个弊端，包括就是说任用啊、考试方面的，甚至包括就是说我刚刚也听到那个前面的学者有提到，就是说对于考绩很差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态度，到底他们这些考试委员他们的意见是怎么样子，我想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呢回归到考试院的这个执掌，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科举制度呢其实就是当初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会把考试权独立出来啊。那从传统上面来讲，我们看到古时候呢透过科举制度之后呢，人民考上了之后他会很努力的付出，他很努力付出的目的是在什么，他希望能够往上爬，有一天呢他能够透过他的职位他能够实现他的理想啊。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公务人员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一个情形是说，因为公务人员的生活他很安逸，他很稳定，他有足够的保障，所以呢，他只要能够担任公务人员，他的这一生呢，他大概也许不会很发达，但是最起码他是在一个中上的阶级。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我们期许呢，我们的这一届的考试委员呢，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决心，是我要突破，让我们的公务人员呢，他能够将来呢，他让我们的公务人员有能够创造我们公务人员的诱因，让公务人员他在做的时候能够回归到像古时候一样，他要很努力的付出，然后让他可以到达一个位置呢，他能够去实现他的理想啊。那么为什么我对考试院有这样的一个期许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考试这个项目呢，并不是只考试院并不是只有执掌考试这个项目而已。事实上，考试院它还包括了公务人员的全序、保障、抚恤、退休，还有任免考绩、急奉升迁、褒奖。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最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劳退基金啊，对于这个公务人员，他的这个退休之后是不是真的像表面上面来讲足够给公务人员足够的一个保障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啊。那么这个其实在考试院呢，尤其在这一届考试委员呢，其实我觉得他身负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重任啊。那么他要对于我们刚刚前面所念到的这个考试院组织法里面所提到这些法条的规定呢，其实他都应该要真正的为我们的公务人员着想，让我们公务人员呢能够没有后顾之忧，他愿意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真的尽他做一份公务人员的一个心力啊。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来讲，其实我想跳脱我们比较严肃的这个法律的观念里面，跟大家分享一点其他的想法。我记得那个我们萧副总统呢，他在这个公务人员的高阶的领导研究班里面，他曾经推荐了一个日本的小说哦，它叫做官僚之下。那官僚之下，其实我们那个考试院院长关院长呢，其实在他的那个序文上面他有提到，那待会我后面的时候会提到。那这官僚之下呢，他其实是描写在日本战后复兴的时代呢，这个财经的官员呢，为了重振这个国家的繁荣呢，他坚持他的信念，为国家奋斗这样的一个故事哦，他是真人真事写的。那同样的呢，其实我们真的回去看美国啊，美国我记得甘乃迪总统他也曾经有说到，他讲说不要问国家可以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可以帮国家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热血，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其实在台湾的公务人员其实也曾经有过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看到最起码在我的年代，我是四年级生啊，在我的年代，因为我的像李国鼎、孙运璇这些我的上一辈的人，他对台湾的经济做出来很多很多的贡献，所以在我这一辈里面呢，我可以享受到，因为他当初作为一个公务人员，他付出的心血，我今天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优惠。那么在今天呢，我其实也期许我们的公务人员，如果能够有愿意为国家付出这样的一个心力，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他其实也会对我们非常感激啊。所以但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今天问题，以我个人认为呢，我会认为它出在一个僵化的一个考试的制度。所以我相信呢，我希望呢，这个考试委员呢，今天的被提名人呢，希望在过往的这两天里面呢，能够对大家说明说，对于我们现在的这僵化的考试制度呢，能不能够选出优秀的人才啊？然后我们的全序、我们的保障、我们的抚恤、我们的退休制度，以今天的情形，我们是不是能够足够给公务人员没有后顾之忧，让他能够勇往直前甚至我们的公务人员的任免考绩升迁褒奖这些东西呢，是不是能够及时反映公务人员的表现？那我都期待这些的问题呢，对于我们的被提名的人呢，在往后这两天呢，能够跟大家一下分享哦。那么我刚刚提到关中院长哦，关中院长在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官僚之下的这个序文里面，他提到说什么呢？他说台湾的公务人员现在最需要的呢，就是被启发他的使命感跟他的热情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再多讲哦。但是我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审查其实应该去审查我们的被提名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热情。我认为呢，我们的被提名人呢，从今天的公听会之后呢，他听到大家的声音了。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被提名人呢，能够在往后这两天里面呢，能够跟我们的立法院的同仁们，也跟我们全国的全民告诉我们大家，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理想，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抱负，这样子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审查委员，我们立法院的同仁呢，在投下这个同意权的时候呢，无愧于我们的国，无愧于我们的国民，无愧于台湾。谢谢。谢谢李委员，继续请尤委员美女发言询问，询问时间十分钟。主席。以及我们的所有的专家学者以及我们的审查同仁，我们就赋予宪法上赋予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考试委员或是大法官或是监察委员这样的一个人事同意的一个审查权，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事同意权的一个行使究竟应该怎么样行使，其实我觉得说这个关键者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适任的人来担任这样的一个职位，所以这样的一个同意权的一个审查的一个制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就是附议这个黄国昌黄教授所提到的，我们在立法院本身是不是也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这个国会的一个审查的一个就说他的一个听证一个制度。那在这样的一个听证制度里面呢，其实我们说好，今天我们所拿到的资料是有限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知道说，当然这些候选人他在刑事的资格上是都符合的，可是我们审查只是要刑事的审查吗？宪法上赋予我们的权利应该不是只是要刑事的审查，而是要去达成替全国人民把关，找到一个最适任的人来担任这样的一个职位。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密度以及他资讯的一个收集，那对于他的一个穿透的能力，资讯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掌握呢，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幕僚单位是不是能够给予更多的一个资讯，那以及呢，是不是能够建构，就是说让更多的民间团体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候选人的资历公开，让更多的民间团体或是人民能够对这些的候选人提供他们的一个看法，甚至呢，如果能够像这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有民间团体共同来提问，然后呢，给这些的审查委员能够更清楚的去看到他们对他们的这个位置上他们即将行使的职权他们的一个看法，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我想我们才是真正称职的去行使我们的这个人事的同意的审查权，否则的话我们永远只是沦于橡皮图章，然后只是非常形式的去审查，或是只是去看他的政党属性，或是一些甚至祖宗八代的一些私人的一个八卦的资料，那我觉得那个不是我们立法委员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守护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事审查制度的一个把关者的所应该所能有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一点呢，这样诚恳的一个建议，我们对这个所谓的人事同意权的这个行使，我们自己内部呢应该要好好的去建构。那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三位的这个候选人呢，当然从他们的一个刑事的资格当然是符合的，但是呢，对于就是说一个符合21世纪，我们说现在政府正在行政院正在政府组织再造，那其实不是只有行政院，其实5院都应该政府组织再造，但是我们看到考试院考试组织法通过了，可是我们看不到了无新，我们几乎上是了无新意。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在21世纪怎么样能够去符合，就是说整个一个国家重新建构的一个时代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考试院的一个组织，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必须要从这些的候选人他对于这整个一个考试院的一个职权，以及对我们的考试制度、考绩制度、考权制度等等他的一个想象，以及呢他的一个变革，他想要采取的方式，尤其是副院长他呢身负了这样的一个重任，所以呢他的这些的看法如何，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审查的重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说，好一个好的一个就说考试委员依照我们的宪法的一个规定呢，它其实是应该要超越党派之外，依据法律来独立行使职权。那我们看到这三位的一个候选人，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超越党派？依照他们过去的资历，尤其副院长，他在担任考试院副院长，又到总统府去当副秘书长，现在又要回来当副院长。我不知道说我们全国都没有人才，就只有一位我们后备提名人吴景麟，他才适合担任考试院副院长。所以当他出缺的时候，没有人选可以担任。当他我们现在我们要再选任一个新的副院长的时候，又是只有他。那我不知道说我们的一个举才制度是这样的一个话的话呢，那请问我们全国如何能够让试才试性，让他能够试任这样的一个制度建立起来？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就是在我们审查的时候，我们会去就是了解他们对于曾经担任过一些譬如说这个政党的一个智库，那今天他担任考试委员，那怎么样能够超越党派，能够来独立的行使他的一个职权？那我觉得说这个是当一个考试人员赋予他宪法上的一个这个任务呢，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另外呢，就是说对于他的一个品德的这一块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待会呢有一个询答的部分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这个专家学者呢能够答复的部分，我想要请教这个黄国昌黄教授，在您的这个刚刚的一个报告里面呢，您有提到说这个担任常任公务职位者是否涉及不当的兼职、业外收入与馈赠，曾经担任仲裁人者是否严守利益回避的分际面向，那在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在我们三位委员的身上曾经发生过？是不是您有任何的资讯，是不是也能够提供给大家？因为这个是我想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审查的一个依据。那第三点呢，就是我想要请教的，就是这三位的候选人呢，他对我们整个一个国家的一个考试，尤其是公务人员的这个淘汰机制，因为我们看到说整个一个总员额法通过，那现在呢就说行政院新的一个组织再造，我们看到说整个一个组织已经改变了，所以有一些冗员，那有一些新兴的事业，可是因为员额限制住，所以冗员不去，新的人员他没有位置，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员额，所以造成虽然名为政府组织再造新的一个组织，但是仍然是用旧的人员。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退场机制，他们的看法，他们的一个改革到底是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呢所谓的这些考绩，就说这跟退场机制有关。就现在的考绩，所谓的百分之一定比例的这个所谓的退场，那这样的一个退场机制，就说只有考绩丁等的人，他才能够就说退出。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考绩丁等，事实上我们虽然有考绩法，可是好像从来没有落实过。那一个考绩没有办法落实，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中油啊，或是这个台电等等的这些的问题，其实你会看到说那个考绩事实上是假的。那我们也看到公务人员变成是用轮流的，说你要打丙等是用轮流的，那这整个让这个考绩制度是一个空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制度，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善？那另外呢，就是对于所谓的整个一个行政中立的问题，我们看到行政中立法它的一个通过，可是呢，行政中立是不是要所有的人员，包括研究的人员，都必须要所谓的行政中立？它的行政中立的意涵是什么？但是呢，对于所谓的握有掌握最大实权的政务人员，却不需要行政中立。所以对这一块的他们的一个看法又是如何？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政府签署了 CEDAW 公约，就消除对妇女妾刑事歧视的公约，所以呢我们政府呢也这个在这次政府组织再造里面呢，也在行政院设了性别平等处，
可是对于具有性别意识、性别平等意识的这些的人，你考试制度如何配合？你怎么样去考试出一个具有性别意识的人？那甚至呢，在旧的考试制度里面，往往去男女分科考试限定女性的名额。那经过妇女团体不断的一个拼集，现在变成全部都在考体能测验，而不是依照你这样一个职位，你的核心的一个就说你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这个职能是什么，不是依照这个去考试。那你整个一个考试制度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改变，你才能够找到真的是让对的人做对的事情，坐在对的位置上。那只要这个没有做好，你就会看到说所有的这些的冗员冲刺，所有的行政效率不彰，但是人民又必须要去全部买单。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的考试，那究竟他应该怎么样考试，怎么样的一个制度的改革，那他们的一个看法又是如何？那等一下呢，我也想要请教我们的专家学者就是这个黄世卓，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能够让公司人才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制度，那是不是能够更清楚的就是提供意见，让我们能够咨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政府资讯的一个公开，所谓排除行政程序的签文的这样一个程序的一个公开，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属于考试委员的一个职权？那这个部分呢，也希望能够待会提供我们一些建议。那另外呢，就是邀请就黄国昌黄教授的，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说公教分离与科技技术基本法之间的互动的关系，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愿闻其详？谢谢。谢谢游委员，继续请陈委员淑慧发言询问，询问时间10分钟。主席、洪副院长，各位立院的同仁，各位参与今天审查会的各单位的代表各位先进。那么今天我们对于考试院副院长及其他两位委员做这个审查会，首先我们确立考试院为独立行使职权之宪法机关。那么他的职权在于独立之宪法机关的以独立宪法机关的定位，那么建立国家公平公正之考试取材制度，那么用以建立健全国家文官的这个体系。我想他的最高的目标应该是要强化我们文官制度的激励性和发展性的一个功能，达到提高政府施政效能，提升国家的竞争力。那么独立的考试权呢，是我国政治的一个非常的特色。那么一位称职的考试委员如何在五院的分工合作却能够彼此独立的职权当中呢来行使来执行他的任务。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审慎的要来检视我们三位考试委员被提名人他们的学经历以及这个背景。那么我们适度的略过他们所提供的这些资讯，我们认为他们三位呢都是有非常适当以及称职的这个条件。那么首先吴景宁先生呢，在民国1983年到1986年呢就担任过我们考试院的秘书长，那么1997年呢又被提名担任这个副院长，那么现在可以说是回锅在担任这个副院长。所以对于我们考试院的种种事务呢的处理呢，可以说是驾轻就熟。那么我们也期待，那么我副院长呢在对于这个考试院的这一个制度在院里面的熟练度，那么再次的回任，那么是不是对于考试院往后的一个发展，在除了辅佐我们这个官院长行使这个职权之外呢是不是有新的一个作为跟这个期待我们也希望您能就这一次的受审机会呢对这个审查会呢提出说明。
那么第二位，我们赵丽云女士呢，曾经是我们在立法院非常受敬重的同事。那么她在任内努力推动脱项的法案立法，那么也非常多次获得国会议员的评鉴的佳绩。那么以赵教授平时积极认识这个认真负责的这个工作态度，那么再加上他作为从事公共服务的领域呢，也超过了30年，那么也曾经担任多届考试院高等级普通考试点试委员及公务人员训练那么进修的这个讲座。那么我相信这些经历都是赵教授他所拥有的优势，一定可以为我们考试院的职权心格做出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那么至于第三位，我们黄景堂先生是非常特殊这个法学背景那么精专在这个刑事法、宪法的等等的这个公法学门的这个研究，那么他所拥有的相当的参政这个政策参与的这个经验，以及行政官员的这个历练，我想他对于政经的变迁、行政的实务，以及目前国家的这个处境，以及世界的这个趋势，一定有非常高度的敏锐度。那么如何他们将来如何在出任依照专业分工的考试委员这个角色的扮演上，我想这个黄教授呢以其他的专业跟这个文官的考权制度，那么能够依据宪法的这个权责、政府的体制以及人权保障、公共利益等规范上面，并且要参照我们可以世界性的这个发展趋势来妥为审查、善尽责任本席认为黄景堂先生呢应该是不负为考试委员能够赋予的神圣使命的一位非常优秀的考试委员的候选人。那么本席针对这三位被提名人，长期都是国家所培育且不可多得的人才，那么这么优秀的候选人，将来针对考试院的一个心格，我们仍然有许多努力的空间在此本席要建议三位被提名人，应该要适度的把你们对考试院未来心格的构想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说明。那么本席在此呢有三个意见要对三位被提名人呢提出希望你们在短时间之内呢对审查委员会呢提出说明。那么我想这个所有三位的学经历以及这个学养也都符合相关的任用规定，那么每一位候选人的适任度我们初审的结果也毫无疑问。那么对于所下列要提出的一个建议呢要提供出来跟外界一起来思考跟讨论，我们希望整个制度呢能够从宏观的视野来做这个政策的规划，以能够提升我们公务人员的整体素质，能够因应快速变迁的国际社经环境，并且要配合行政院的主改推动，那么能够研拟出能够符合国家社会发展的目标的一个需要，能够研拟出比较妥善的文官体制，那么对国家的这个竞争力的提升呢做一个积极正面的执行跟贡献。所以我们呼吁三位被提名人能够共同来正视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进入考试院以后呢能够积极研拟对策对考试院呢注入一番的这个新气象。
那么以下三项的建议，第一项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两年来在考试院呢所做的努力，也做了许多的心得。那么我们看到考试院对整体台湾的公务人员的一个素质呢有在进行这个努力。但是整个考试院呢它角色的一个重要我们已经去面对，现在我们也已经在一直在对这个考试院的这整个角色呢这个基本的这个精神这个信念，我们做出非常高的一个要求。考试院的这整个机制呢，决策的机制呢，就存在一个考试院的一个会议。那么这种合议制的这个机制，如果要能够有效的发挥，那么我们必须分这个几个部分呢，要重新来思考。第一个，我们常年呢被屡次来提起考试委员的人数是不是太多的问题，因为目前考试院所属的考选部、全序部、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以及人事行政局，许多重大的法案呢都一定要经过考试院会议的讨论，所以各部会的沟通成本，那么19位考试委员加上正副院长有超过了20位，这个人数是不是数太多一直也就学界各界呢来这个讨论，是不是这一次三位被提名人也针对这些屡次被提及这个人数、这个资源成本有是不是有服用的一个问题呢也提出一些你们的这个见解跟建议那么在这个功能发挥上、分工事务上面是不是能够让这一个考试院的这个会议更加的透明化，也能够受到民意的某种程度的一个监督也希望这个被提名人提出说明。再来最后的一项呢，也就是很多代表呢所提出来的关于我们这个文官的退场机制我想这个政务官人员需要有专业跟素质，公务人员也是同样的需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现象，受国家考试任用的公务人员在几年之后，他们的素质会呈现不一，许多公务人员被批评只求无过不求有功，那么只关注在工作的稳定之福利没办法对这个单位上面对人民的服务工作上面呢讲求绩效跟这个竞争力，所以呢我们在制度面上面的一个改革，对于文官的退场机制，淘汰不适任的人员，这样子才可以有这个提升国家的这个竞争力以后我们针对这样子的种种国家社会的发展需要来这个来增才、来育才、来能够适当的使用这些人才，这些种种的问题呢是我们无可避免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建议三位被提名人在这个考试院注入一个新血、新气象的一个同时呢希望你们能够呢再有一个新的一个作为、新的一个期望提出本席所提出的三项建议的说明，谢谢。谢谢陈委员，继续请李委员同好发言询问，询问时间10分钟。主席，我们在座的学者专家还有在座的委员，大家午安。可不可以先请一个权益问题，请主席可不可以告知这一次的学者专家的公听会有没有现场转播？我们现在有现场转播，有现场转播。OK。第二点，就是因为这个学者专家是提供我们的专家意见，对这次考试委员的审查的专家意见，请问今天的会议记录何时可以送给立法委员进行参考？明天早上。OK， 好，这两个权益问题，因为我们很在意的目的就是要希望我们的公听会的
这些具体的内容能够供委员参考来进行质询的询答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把它当了我的时间之内的所谓程序问题啊。第一个，我们被提名人在这一次的公听会中，他们了不了解到我们所要关学者专家所关切的问题，他们如何来了解到？我们所有的发言记录通通都会这个给每个委员，同时他这个被审查的委员也能够会收到。所以我们也希望被审查人他也能够立即得到我们的关切议题。是。好，那么本席对于这一次的考试院的副院长跟考试委员的一个补提名的一个过程，本席提出下面的几个观点，希望交诸这个我们的学者专家来进行评论。所以我的问题是给所有学者专家，希望你们能够对这样的问题能够有一所回答啊。那么第一点就是这一次的考试院正副院考试院副院长跟考试委员的提名，总统府以咨文方式交付立法院来进行这个同意权的行使，而总统本身对于这些副院长跟考试委员的提名过程本身没有像过去像大法官等有一个审荐小组提名的一个机制，请问这样子是不是合宜？第二点，本席对于考试院的副院长到底在宪法根据宪法的征修条文第六条有院长副院长各一人，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但是我们从民国100年的一月副院长就出缺，根据宪法的规定是不是出缺就要立即补实，还是说出缺可以不必补实？那么如果不必补实的话，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是原先的副院长离开了本职又回到这样子的一个新职，准备回到这个新职经过同意的话，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合宜或合理？这个就牵涉到一个本席的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考试院的委员们的一个所谓同意权，以及我们同意之后他们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对于职位的忠诚性的问题。本席调查结果，考试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98年九月吴泰成委员，然后到了99年的十月蔡碧煌委员，到了100年的一月吴景林副院长，101年的三月邱聪志委员跟黄富源委员，在过去都经过立法院的同意，但是他们都先后离职。这些考试委员或者是正副院长受到了立法院的同意之后，他对人民的托付关系是什么？他跟立法院的互动关系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同意他了，他离职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互动的原则？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去询问未来的这些被提名候选人啊？这个是有关职位的忠诚性问题。第三个是有关人数的问题，刚刚在座的专家学者也提到日本的人事院，像黄教授也提到了所谓的人事院，然后人数大概在日本是3位，那么我们现在的19位根据宪法征修条文第六条规定是考试委员设若干人，而是根据这个考试院的组织法第三条才把人数定为19人。刚刚的黄教授也提到了这19人本身的一些历史背景，本席虽然有法律规定，本席所要询问的学者专家，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补实根据组织法所规定的19位？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这个也是可以提供我们立法委员在做同意权行使时候的一个参考。第三个问题，本席看到这一次补实的两位委员，黄教授是法学专才，他跟邱委员离职的邱委员在法学上面似乎可以匹配，可是
黄复元委员他离职的时候，他的专长是犯罪，犯罪学。那么赵委员未来的 被提名赵委员呢，他的专长是体育跟教育行政吧。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补时的关系，是不是有匹配的 对应关系？那么更重要的是，本席检验了这目前的十几位考试委员，发觉他们对于考试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职务啊，就是管理我们的所谓退辅基金的一样的工作。本席查验的结果，目前不管是新制或是旧制的退辅基金的资金缺口，高达了新台币4兆5982亿。4兆5982亿。本席检视了考试委员的背景专长，似乎连负责的秘书长都没有任何财务这方面的管理的专长。所以总统提名也好，或者是现有的考试委员的这种组成也好，似乎都忽略掉考试院他也要负责退休抚恤这个很重要的一块领域。这块领域本席要如何来询问这三位候选人被提名人？那么如果询问他们的话，他的重要性是不是应该让我考量，他们的专业性是不是应该让我成为考量的一个重点啊？这是有关他们的专长的平衡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本席根据考试院组织法来提名这些候选人的时候，考试院组织法的第四条写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些候选人本身他应该具备的所谓考试委员的这个资格，这五个资格从考试委员的声誉卓著一直到学识丰富或富有政治这个经验，声誉卓著，这个中间如何让立法委员来评估他们的专长性，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资格性，以诸位学者专家来评估这他的这个根据哪一条适不适格。这个是希望本席啊，希望透过诸位学者专家能够提供本席或者是我们立法委员啊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学者专家也提到了这个人事行政，现在叫人事总处吧，啊，是不是人事总处跟这个考试院之间的互动。也有学者专家提到了国家文官学院，到底考试委员在看待行政跟考试之间的职权的分立分这个行使的时候，应该来如何看待行政部门他推动的这些业务，他跟考试院本身的业务中间的一个执掌关系有没有冲突性，我们如何要询问考试院的委员这个被提名人他们应该有的态度。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本席想要请教的是，也有学者专家提到了，刚刚也有我们的委员们提到，就是所谓的人才交流、人才活化，就是公务人员体系的活化问题。那么这些考试院的委员，他们对于这些态度，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来决定我们他是否适用适任？好，本席的问题非常简单，仅以这些简单的问题呢，来就教于我们学者专家。以上。好，谢谢李委员。现在审查小组委员的询问均已发言完毕，我们要进行最后一个程序，请审学者专家针对刚才各位审查小组委员的询问提出综合的答复。由于答复时间预定为20分钟，所以请各位学者专家弹性运用并掌握时间，原则上我们以3分钟为限。现在依序请黄教授国昌答复，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由于是有3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有些问题没有办法回答的就请见谅，那我就尽量把这3分钟的时间做一个有效力的运用。第一个，首先回答由委员美女所提出来的问题啊，就有关于三位被提名人他们是不是有业外收入啊，老实说我不知道。我也不应该知道，因为那个是他们个人资讯保护的问题。那问题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说立法院要建立一个严肃的听证程序，
因为当我们的国会连这些基本的资讯都没有掌握的话，要进行什么实质有意义的审查呢？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有一位大法官现在已经任大法官了，我自己在进行法学判例研究的时候才发现他牵涉到有关于仲裁人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我看到那个判决往复于台湾高等法院跟最高法院长达5次之久，到现在判决还没有确定。当我研究到那个判决的时候，我问我自己，当初立法院在行使同意权的时候是不是有处理这个问题？答案是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因为没有人问，所以他也不用回答。那为什么？所以在2010年，我也是坐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我记得还很清楚，我坐在这个位置，那个时候这一次的被提名的黄锦堂教授坐在我右手边，也就是我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我提出了这样子的建议，可是到了今天事实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有任何的改，没有任何的事情啊有任何的改变了、啊、这个也是我自己觉得比较遗憾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啊，就牵涉到啊有关于啊刚刚李委员同好所提出来的职位忠诚性的问题啊，我觉得李委员的问题某个程度上已经另外一个委员在发言的时候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了，因为刚刚另外一个委员他发言的时候啊说，对于被提名人啊，我们重视的是啊他对于改革我国文官体制的彻底改革，他是不是有使命感，他是不是有热，他是不是有热，他是不是有热情。那一个对于这样子的职务可以说走就走说来就来的人，那您认为啊他对文官体制的彻底改革啊是不是有使命感，是不是有热情？如果有使命感或者是有热情的话，怎么会选择这样子啊的进退呢？那第三个问题啊是有关于啊补时的问题。在我个人啊的浅见里面啊，由于啊考试院的副院长他有备位的性质，也就是当考试院院长因故不能逝世的时候，他必须要马上的肩负啊院长在宪政下面啊所赋予他的责任，所以应该要立即的、啊、来加以补时。但是对于啊考试委员啊本身，我则有不一样啊的看法。那我的看法就如同啊我刚刚讲的，从组织功能最适分配啊的角度来看啊现在考试院啊的运作。不过有刚刚委员啊指证说啊考试院啊委员啊的人数问题啊不是这次审查会啊的重点。所以我就想啊 我就不要继续啊再说太多了。不过刚李委员啊就日本文官制度啊所提出来的资讯，我相信啊对于大院在行使同意权以及未来制度改革的时候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谢谢。谢谢黄教授。继续请黄教授东雄答复。谢谢。对，刚才那个有个立法院问那个考试员有没有必要那个补时的问题啊？恐怕这个，我们的考试院跟日本的人事院恐怕有不大一样。我们真的要做考试哦，是考试的时候，这个要请那个点数员，点数员都是考试员去找的。那刚才那个李委员也说过，那个有一个念法律的，就是那个谁啊，去掉补一个念法律的进来。就可以替补他的功能，但是有一个念别的犯罪学的去掉，补一个念那个体育或者教育的进来，那他因为那个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说那个龙教龙，凤教凤，哈、哦，那个老鼠老鼠会打洞，所以他那个我们那个交际有一定的限制，对不对？我们念华丽只懂得华丽这方面的人才，那你叫如果这个华丽的去掉。不补一个华丽进来的话，可能找不到点数员，说不定是这个是补时的必要。但是犯罪学的去掉以后，补一个不是那犯罪学的进来的话，那这个意义、完全就失掉了、哦、所以恐怕呢，总统提名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个我不大晓得。谢谢。谢谢黄教授，继续请黄教授试着答复。谢谢。谢谢主席。我想这时间真的太短了，没有办法很明确回答。不过我想我先从李委员这边回答，然后再回答 Umani 委员的议题哈。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应该就是到底考试院值不值得存在。刚刚李桂明委员，你刚刚有也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啊。实际上我在考试院专任职务曾经四年的时间呢、啊，曾经专任职务四年的时间，我对考试院的感觉了，整个的功能上面，我们先从功能上来看，确实我觉得它跟
人事行政局，也就是人事行政总署，啊，它现在的功能实在是完全是重叠的。它唯一现在跟他们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有做了一个协调，比如说行政院跟考试院有做一个协调，把两个分工。后来考试院就全部是以所谓的法制为主，也就定法律是在考试院。可是呢，他如果没有行政院的同意，他也很难定。你看各位你看看哦，所有考试院组长的法律送到大院来，他绝对不会是考试院单独来送，你看到都是考试院跟行政院会衔就是两个并送。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想看，这样的考试权是不是真的需要存在？所以我从整个的实务上面来看，整个法事上面来看，我个人认为考试权从刚才的委员所提到的到底需不需要存在，我根本认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创举，但是他想要保障文官，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我个人认为并没有真正保证到，因为这个体制最后还是回到了政治力来决定，也就是行政院对考试院有很大政治力的影响，更何况他又回到了这些考试委员又回到了总统的提名。我想请问一下，总统提名之下，这些考试委员有多少人敢真正反抗总统？我觉得，所以刚才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考试院的考试权根本不需要存在。而考试权如果不存在的话，刚才李委员你所问到那些问题，他跟人事总署的关系，他这些人需不需要补实？我的答案不需要，不需要补实，因为副院长本身他是机关副首长，他事实上没有负实际的执行的责任，还是在院长的身上。考试委员十九人是不是太多？我个人认为根本就是不需要存在的话，如果不补实也没有任何影响。好，这是我的基本的看法。那我再回答一下尤美女委员的问题，就是说公司人才交流的制度啦。公司人才交流制度跟现在所提到的所谓的甲等特考的回复啊复辟完全无关。甲等特考如果有甲等特考的话，这些所谓甲等特考的人进来之后，是具有所谓的公务人员资格，就要回到了所谓的考期法，他的身份是永业化，他很难被淘汰。但是公司人才交流，他一交流可能两年三年，他在体制上他就要回去到私人企业去了，这是完全是两件事情。所以在体制定上面，以公司人才交流来活化官僚，会比回复所谓的甲特这样的一个制度要来得更为有利，因为这样才不会变成一个永业化的另外一个甲特的公务员，他一下考试依照过去的甲特的制度，是一下进入实职等以上，也是检任文官，检任文官他就马上堵住了所有委任跟兼任文官的升迁的路。但是如果是公司人才交流，他可能进来两三年，他把这个公务机关活化之后，他可能就回复了，就要回到了私人企业去，这样的话我想是比较合宜的啦。那另外所谓政府资讯公开这样的问题，虽然说这个不是考试委员的权责，这个是在法务部的法律，可是问题来了，官僚机构如果抱持着他本身的所谓的资讯不放，也就是说他一直要一个黑箱作业，这个法律就很难做一个修改。所以我现在觉得现任的考委有一个重要的我们需要去审查他的地方，也就是他的态度。刚才李委员你也讲，我们要怎么审查他，其实这个态度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考试委员跟副院长在未来在职务上，他愿不愿意打破黑箱，打破官僚的一个黑箱体制，打破官僚的黑箱体制，让人民直接来监督他，而不是像过去在政权的观念之下，把这个治权包在一个黑箱里面，所有的刚来的保障，说要做保障，事实上我以前在保训会担任保障的委员啊，我最了解保障。但是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法治的一个保障，根本到最后变成一个公务人员对自我的保护，没有真正让这些公务人员过我们所谓的保障，是要他去对抗他的长官不义、不公、不义、违法的行为。最后我们这些保障，最后都不是在让公务人员对抗长官不公、不义、违法，而是在保护自己，让自己不会受到外界的批评跟监督。这样的保障，我看省了吧，这是我的个人的意见啊。所以我在建议。这是考试委员的态度，跟这次审查这些人的态度，是不是愿意让人民直接来监督他，打开官僚的黑箱？这是我觉得建议大院的所有的委员应该以这个方向来思考未来官僚体制的改革。好，谢谢。继续请李教授建新答复。
谢谢主席，各位委员，我做两点意见的补充。第一点就是，刚刚有委员提到赵立云女士或者是黄锦堂先生，他们两位都是学者出身的，在基本的学识能力各方面呢，大家委员都给予肯定了，我想应该是我们都有相同的想法。不过就他们两位这个平时的为人处事各方面呢，就我个人的了解，大概在人格特征方面，他是相当的，都是相当的执着，对他们的专业的东西啊，他们有一定的原则跟看法，这一点应该是从他们的平时的言行呢，都可以具体的看出来。考试院基本上大家都很清楚是一个委员制，那么不管十九位或者多少位，基本上任何的重大议题啊，都是由委员计提的来讨论的。所以因此据说啊的这个现在的考试委员当中，急需要有教育的跟法学背景的委员来补实，那么是不是这样，当然委员可以再查核，但我所知道的大概是这样子。那么第二点，刚刚有委员提到这个有这两位先生女士啊，但事实上他们都是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政策委员，那么基本上这是一个财团法人，所以他们独立行使职权，那么因此对于整个国家社会未来的健全的长远发展呢，这个基金会他经常贡献他们的智慧跟经验，那么这个他的独立性跟他的客观性呢，那么各位从这个他们两位的相关的论文或者著作方面的发表的内容，大概也都可以查得一清二楚，所以我想基本上这些都不应该不构成问题的。谢谢。谢谢李教授，继续请黄教授世新答复。谢谢。因为刚刚委员或是这个学者专家提到很多关于其实属于制度面的那么因素哈，比如说要不要总统提名的时候要不要个审荐啊，比较那个大法官一样要不要审荐委员会哈，或是说那么这个考试委员会不会有专业性领域的这种考量哈，我想类似这个问题，或是甚至包括人事行政局跟这个考试院之间的职权的关系，我想这些问题可能不是这三位这个被提名人啊应该回答，应该是大院的、啊，应该是大院。为什么？因为这些都牵涉到立法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些问题的话，我在这里基本上就不做回应哈。基本上我也认为了，就是说，那么应该更慎重。应该更慎重，但是如果应该更慎重，比如刚刚讲的说考试委员的提名要不要有审荐，一个审荐委员会的一个设置，我想这个如果大院认为应该的话，那可以说比如说以后有一个专门针对总统的，在提名监察委员、提名考试委员、提名大法官的时候，他的程序应该怎么样的一个程序，应该可以在法律里面基本上加以明定，那所以我想这部分属于制度面的因素的话，我想我就不做回答。另外一个刚刚那个李同安委员所提出来的退伍基金的那么这个问题，因为我当过退伍基金的这个建立委员会的委员啊，那因为我们知道退伍基金它有委员会，所以其实它实际的运作不是考试委员在运作，而是外面聘请的一些财经方面背景的一个委员，而且里面还牵涉到，就是说他有军方的，有这个公务人员体系，有教育，找教育部的所推派的委员呐、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倒不一定说考试委员一定要有这方面，但是让这里面牵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说，考试委员要不要专业性？因为我们知道监察委员是有专业性的一个分配哈，他有点比照，当然现在他有比照立法院，对不对？他有所谓教育教育，类似就教育委员会、那个法制委员会，或是什么财经的，就是说监察委员是有这样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个分配的问题啦。但是呢，考试委员可能性质不太一样，是不是一定要专业性的这种限制呢？我想这个也是，应该是大院去考虑。但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可能考试委员跟监察委员的性质可能不太一样，因为监察委员他是监督文官，监督文官的话，我讲就是有没有依法行政，所以他跟立法院是比较接近的啊，就是说是看他执行哪一部法令，对不对？啊，比如说财经部会的执行财经法令，是不是有违法的地方啊？但是考试委员不是，考试委员不是在执行法令。他只是在办理考试的整个方面的业务了，所以我想这两个可能性质不太一样。好，谢谢。
好，谢谢黄教授，继续请郭教授添财。主席啊，各位委员，我想就刚才审查委员的一些问题啊，我提出我个人看法啊。第一个有关于这个是否应该补实，或者说这个补实人员是否应该跟离职人有所这个相呼应的这个问题，我个人看法是，这个补实的这十九个人啊，他是基于考试院组织法第三条所明定，那么这个呢是大院所通过的这个总统明令公布的法律啊。那么既然明定为十九，在法制化的过程里面应该通过这个非常充足的条的这个审查以及这个法制的程序的，所以基于我觉得总统依法行政，那么对这个立法负责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还是应该予以补实啊，予以补实，否则你就可以明定十三个嘛，十四个，否则就变成有比较多的所谓的这个人质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感觉存在啊。那么在补实之后啊，这个是否又相呼应？刚才黄委员还黄这个教授等等也有提到。那么事实上这个我个人认为说，考试院他掌管的国家考试呢，有非常多的这种专业性。那么当然目前看似并没有对于相关的学科分类。那么举个例子来讲。那么最近今天这个国考，这个对于这个国家考试的口试的部分，作为结构式的口试，那么这个有很多所谓测验统计以及相关的这些考试技巧的部分，那么考试委员在审理相关的考选的业务的时候，如果能有类似这样对国家未来这个考前制度变革一个非常专业的委员在里面，我想应该会有所注意。可是目前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对等的话，我想对于他个人的专业的专长呢，是我个人并不认为必有任何法制的任何的这个规范可以去要求他要有所呼应。那么其次对于这个这个人才交流，简单讲，因为考前制度或是人事总局的冲突，大家提到。我觉得考试院呢、最给民众或是所有我们国家治理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公平性，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南部，我一直讲，这国家的人才金融里面啊，这个公平性啊，是考试院里面不管任何的制度面里面最受到国人以及这个国家一个稳定性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开放所谓的公司之间的各项交流，或所谓的非常高级的引用人才，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并不宜过大，因为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你在这里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考卷制度选出一样可以不同阶层所任用的这各种证照，如果有太多因为引进国际人才等等，我觉得那个不是在考试院这个独立性考试权的这个应该要确守的这个部分，它可以透过各种行政部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不要去太过于去把它引用太多，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又有破坏文官制度，自己又要确立文官制度，又有可能破坏文官制度之嫌。以上。好，谢谢郭教授，继续请黄教授国中答复。李委员垂询忠诚的问题，那黄委员也提到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希望说对宪法、国家公务员职务以及副院长职位的忠诚，可以从比较广泛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事实上，流动跟历练可以增加影响力，以及扩大视野。那李委员也提到退辅基金的问题，司法院赖院长、苏副院长请我吃饭，那我说啊，我不是很了解什么叫司法院院会，什么叫考试院院会。其实就牵涉到退辅基金的运作，甚至考选部长、全序部长、保训会主委，需要不需要听考试委员多数的决议？考试院到底是委员长制还是主任委员制？这一类的问题，那由委员所提到的，存量跟流量的观念。173,000人或者19位，我们希望是流量的观念，就像损益表，而不是存量的观念，负债资产负债表。台北市政府跟高雄市政府都用1999当作服务电话，
那1999其实是1999总统万岁的意思，那很凑巧，考试委员就是19名。那我希望说，公务员带着职级、职等、职责、职组走，就希望不要说像以前的组织法规过于僵化，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我还建议说，公营事业4.6个月的年终奖金，可以花0个月到9.2个月，那这样也许有助于活化整个公部门体系。王委员所垂询的中央跟地方交流，公司跟公司部门的交流都非常的宝贵。在单一的健保给付制度之下，其实医师、护理师、药剂师、检疫师都是国家最最广义的公务员，因为都领健保局的薪水。那由委员所垂询的美国联邦参议院要2/3通过，那美国总统提名的大法官人选都要用核磁共振摄影来扫描他脑袋里面喜欢平等还是喜欢自由。我非常敬佩李委员提到官僚之上的问题，我当然半开玩笑讲说升官图作为职务的生涯规划，事实上我书面稿子里面有提到说，这个生涯规划才不会丧失年轻时候的热忱跟理想。我们也敬请各位委员先进考虑流动机制，有助于打破僵化的官僚体制，谢谢。好，谢谢黄教授，谢谢各位学者专家，综合答复的部分就进行到这里，今天公听会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学者专家以及审查小组委员发表高见。各位在本次公听会针对考试院副院长及两位考试委员被提名人的资格审查所发表的精辟见解，对于本院所有委员事后进行审查及行使同意权投票将有很大的注意。本次公听会的发言记录我们会依相关规定分送给全体委员做参考，并列入本院公报记录作为重要的历史见证。再一次的谢谢大家今天出席公听会及发言，现在散会。